好，我们现在先不开会，我们请先读今天的议程。104年11月26日星期四，报告事项，邀请经济部部长率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报告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台高雄后劲五金官厂计划之进度与厂区设施土地之后续处置，以及与地方政府、当地居民之沟通情形，及高雄气泡事件后续处置情形，并被质询，并邀请内政部、行政院环境保护署、法务部及高雄市政府派员列席讨论事项：一、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再生水资源发展条例》草案；二、审查本院委员陈文明文等18人拟具《再生水资源发展条例》草案。今日议程宣读完毕。这个本日议程所列的议案呢，我们会合并询答。首先请提案委员陈委员明文说明提案要旨。好，主席，我今天我们要这个讨论的就是再生水资源的一个发展条例了哈。那我想大家都知道，我们台湾是一个水资源这个非常丰沛的一个国家哈，但是也是一个很容易哈缺水的国家，因为我们的台湾的这个地形哈、地势的关系哈，所以我们虽然可以说获得很多的这个雨水，但是我们都把它没有办法留置哈，尤其是最近几年来的声音的一个现象哈，造成的气候的异常，所以明年如果哈像今年一样的话，那可能会让我们国内面临那个缺水的一个问题哈，所以一旦明年上半年的春雨数量如果不足的话，那国内的缺水风险一定会大幅的这个提高。那么到时候的工业啦、农业啦、民生用水啦，就会这个缺水。那未来的世界，我们水资源是一个非常宝贵的。那水资源的回收再利用是全世界各国都非常关切的问题。那么大家都竞相的在研究这个开发新的回收利用这个技术，只有台湾在这方面非常的落后，所以今天我们的再生水这个资源的一个发展条例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那么初期可以解决我们工业的一个缺水的问题，那么长期可以带动整个我们水资源的一个回收的一个产业发展。那么我们年产值可能会超过100亿美元，而且技术发展起来以后，那么不但可以技术外销国外，也可以带动我们国内的这种产业的一个就业率。那么请大家为我们台湾的下一代，我们一定要力挺我们这个话能够顺利这个过关。谢谢。好，谢谢陈委员。接下来我们请经济部部长就所有的议案一并报告。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好哈。我今天呢因为就照着今天的这个议程我先就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后劲五金官厂的计划的进度，还有厂区的设施土地的后续处置情形，还有跟地方政府、当地居民沟通这一部分呢先做一个报告，然后呢就第二案关于高雄气爆事件后续处理情形再提出报告。那么第三案呢我就这个行政院提案，还有刚才那个陈委员陈明文陈委员等18位委员提案的再生水资源发展条例草案，这个三个案子一并提出口头的报告。那么先就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后劲五金官厂计划的进度与厂区设施土地的后续处置，还有与地方政府、当地居民沟通的情形，那么这个部分先提出说明。那么中油公司高雄炼油厂25年迁厂计划，从民国79年起规划分3期陆续停用46座工厂，
84年第一期的7座工厂已经拆迁完毕，94年第二期11座工厂也已经停止操作。今年11月1号，第三期28座工厂已经全部停止生产。那么高厂迁厂后的油料产能弥补，由大林的这个炼油厂增产供应以外，石化原料供应则由中油林园石化厂或者是进口石化原料来利用现有的管线继续供应仁武大社这些地区的所需要的原料。那么高雄炼油厂土地位于高雄市的核心区，更是高雄产业轴心的中枢，那么交通便捷，非常具有发展的潜力。这个区位极佳，那么囊括完整公共设施完备，还有临近大众运输系统的都会区土地。本部会督促中油公司跟高雄市政府共同来协商相关土地利用规划方案，把它的发展呢，发展的将来方向是定为兼具绿色环保生活机能，还有产业繁盛的一个友善园区，来创造就业更多就业机会，并且带动高雄市的经济发展。那么高雄炼油厂的工厂区土地已经被环保机关宣告是土壤还有地下水污染控制或整治的厂址，必须完成污染整治并且解除列管以后，才能变更为其他使用分区来加以利用。相关污染整治的方案还有时程等，本部也会督促中油公司跟高雄市政府多做协调沟通，来尽速定案。高雄炼油厂的输出设施是南部的油品发货中心，也是大林炼油厂油料唯一通往中南部的输出管道，对于军方、民生、工业用油还有安全除槽等油料供应相当的重要，那么所以需要保留部分除槽措施。那么本部已经责成中油公司适时对外说明跟沟通，化解居民的疑虑。那么至于在这个高雄后进母亲厂关厂计划的进度，跟厂区的设施土地的后续处理，还有跟地方政府当地居民沟通的情形的议题，等一下中油的这个董事长林董事长会跟大家做更详细的说明。那么接下来第二个案子，有关于103年7月31号，因为高雄市发生地下管线气爆的事件，造成民众伤亡还有财产损失，使高雄市的这个经济和居民的生活环境带来重大的冲击。那么本部已经办理地下工业管线查核督导，推动地下工业管线区域联防，还有修订工厂管理辅导办法，这些作为，我来分别跟大家报告一下。那么关于办理地下工业管线查核督导，从民国103年8月14号开始就推动协助地方政府加强地下工业管线维护的管理计划。那么我们接同中央主管机关、地方检查单位还有技术专家，针对地方工业管线的安全的这个管理制度进行查核，从10月31号到了10月31号为止，一共完成12场次的查核，那么一共提出2000多项的改善建议。民国104年的时候，除了持续接同中央主管机关还有地方政府检查单位查核追踪103年建议事项的改善程度以外，并且以管束为对象进行所属工厂地下工业管线相关措施的这个相关设施的抽查，从104年4月起到104年11月止，已经完成高雄还有宜兰地区所有管束的这个查核。那么历次查核报告都已经送给地方政府，那么以便他们来续督导，那么追查改善的情形。后续我们仍然会协助地方政府来查核督导地下工业管线的业者。那么第二呢，关于推动地下工业管线区域联防，为了避免灾害发生或者是降低灾害的规模，本部工业局已经分别在104年1月20号才22号协助高雄市以及宜兰县管线相关的厂商成立地下工业管束区域联防组织，一共有8个管束，那么整合各个管线业者的资源来采取一个联防机制，并且分别在5月8号还有10月28号跟高雄市政府合作办理2场灾害紧急事故的这个实兵演练。
那么一共动员了89个单位，422个人参演，观摩人数也达到686人，演练成果相当的显著。那么用这样子呢，我们来具体展现政府业者对于地下工业管线灾害防救的决心。那么第三个呢，是修正工厂管理辅导法，把地下工业管线的材质检测、汰换、查核、紧急应变、图资建制还有定期记录申报这些事项纳到工厂管理辅导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当中，现在正在跟高雄市政府协商，在工厂管理辅导法增订寄存的地下管线的落日条款，使得地下工业管线管理有更强的法律可以来遵循。那么对于这一次气爆事件造成当地生命财产重大的损失，本部经过再三的检讨，那么地下管线的管理仍然有许多需要更严格的规范，并且落实它的执行。那么本部会全力来配合地方政府，共同来改善这个地下管线的管理。那么这个就上面两个议题，那么报告主席，我就继续就第三个再生水这个条例这一部分再继续做报告。那么我在这边呢再度要向陈明文陈委员，还有另外这18位委员共同提出前瞻性的法案，来支持以再生水作为替代水源，提高供水稳定度。我们要致上最诚挚的敬意跟谢意。那么台湾地区因为受限于气候还有地形的因素，水资源的蓄存不容易，加上全球气候变迁影响，还有用水需求持续的成长，传统水源供水稳定度受到很大的挑战。那么104年就遭逢67年以来最大的干旱，全台的南北地区都有受传统水源调度紧缩的威胁，部分地区的自来水更必须要进入共五停二限水的险境，寻求替代水源因此呢就有相当的必要性。目前国内运转中的54座都市污水处理厂，平均每天的实际处理量超过300万吨，随着水处理技术的日益精进，处理成本的降低，以再生水作为替代的水源技术层面已经相当的成熟了。那么鉴于现代现行的水利法、下水道法还有水污染防治法都没有规范下水道系统放流水的使用、取得还有再生水的供水行为，致使民间的开发、利用、取得还有再生水的供水呢没有依据。那么所以我们确实有积极推动再生水的开发、利用还有强制使用的必要。那么以下呢我就再生水资源发展条例立法这个草案立法的要点向各位委员报告。第一，下水道系统放流水使用管理，水利法针对水道内的地表水地下水的取得已经定有水权登记管理，而下水道系统的放流水的取用行为目前还没有法律来规范，造成想要开发者呢没有法源依据以致影响再生水产业的发展。所以呢我们要把它明定呢下水道系统放流水使用的许可管理。第二，水源供应短缺之余，地区内新办或者是变更开发案应使用一定的比例的再生水。为了落实以供定需的水资源管理的政策，位于缺水地区内新办或者是变更开发案应该使用一定比例的下水道系统的再生水。所有所在地区如果没有足够的下水道系统放流水的话，应该用其他方式来替代，比如说要自行开发海淡水除留雨水，或者是缴交替代费用。那么第三个呢，就要赋予地方政府开发或者是配合供应放流水。公共下水道系统放流水是再生水最主要的水源，那么是取自地方政府管辖下的这个下水道系统。为了降低再生水的水源取得成本，提升民间投资开发再生水的意愿，那么应该赋予地方政府可以无偿提供所辖公共下水道系统的污水还有放流水，在给这个再生水经营业还有自行取得业者来使用。那么第四个呢，要明确事权分工，系统再生水的推动
涵盖公共污水厂还有产业废水厂放流的再生利用，依照水源权责区分为内政部、经济部，那经济部又分为工业局加工区管理处，还有科技部还有地方政府这些特定的园区分别由管理水源的主管机关受理办理。特定园区使用的地方政府所办理的系统再生水由该个特定园区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担任统一的用水窗口，这样子的话能够来便利地方政府推动再生水的开发案。那么第五点就是订定再生水经营事业兴办的核准监督程序。第六点呢就是再生水费的计算标准。那么为了明确再生水供需双方的权责，强制奖励兼顾，赋予地下水系统废水或者是放流水的使用取得还有再生水的供水行为法源依据，来帮助营造再生水的一个友善环境，来促进新水源的开发还有相关产业发展。所以呢这个再生水这个条例相当的重要。我们再度谢谢那个陈委员跟另外18位委员提出这些修正案。那么以上报告，那么敬请指教，谢谢。好，接下来请中油董事长报告。主席、各位委员，以下中油公司仅就刚才邓部长所指示的这两项委员所关切的议题做后续的报告。首先报告高雄后进五清官场计划的进度，跟厂区设施土地后续的处理，以及跟地方政府当地居民沟通的情形，做一个口头的报告。那么刚才邓部长也提到，这个五清迁厂的承诺，到了79年的承诺，到了今年的年底已经届期。那么有关相关官场的执行情形，46座工厂从80年起就陆续关闭，第一期工厂80到84年7座已经全部拆迁完，拆除。那么第二期有11座。工厂也停产了，其中8座已经拆除。那么第三期从95年到104年12月，26座最后的这个工厂里面有6座在104年11月1日已经全部停产。那么在有跟中央地方政府请示沟通的这个事项方面由于这些议题涉及到中央地方政府的很多的权责，因此在这个执行的过程当中，本公司持续的向经济部报告，并且跟市政府做报告沟通。主要报告的议题是包括官场定义与范畴、土壤及地下水整治的一个起程，还有油槽设施保留的必要性、未来土地规划、人力安置等等。那么这几项议题，如果公司在权责范围可以自行处理者，都已经或订定时程积极办理。那么另外也把办理的情形告知高雄市政府，需要中央主管机关协助的也发函请相关主管机关予以协助。主要的议题包括第一项厂区设施的处理。那么经济部有关79年高雄厂区25年的迁厂计划，对于46座的工厂都有详细的界定。那么到高雄厂输出设施它是属于南部油品的发货中心，也是大林厂油料的唯一通往中南部的一个输出管道，对于军方、民生、工业用油还有安全存油的油料供应非常的重要。那么这个部分我们是这个是需要大家的谅解，能够继续来保留，因为短期内如果改用其他的方法可能是行不通，用槽车的话会增加很多的这些交通量还有这个二氧化碳的排放，而且设施不足的问题。因此在半坪上有42座储槽，其中包括30座油槽、6座水槽、6座污油槽，以及部分的这个石化测量站仍有必要暂时保留，等到洲际二期石油化学
品储存中心在113年10月完工后即可陆续取代，那么在预估约再需2年就可以全面停止来使用半瓶商的油槽。那么至于生产操作工厂停用的部分呢，我们已经陆续进行标售作业。那么为了避免这个残存的油气造成公安事件，工厂拆除之前也做完全的吹嘘腾空，吹嘘腾空期间需要半年，那么需要预计在未来3年内可以来完全拆除。第二项有关污染土地整治的部分呢，因为高雄厂设厂到今已经超过70年，那么早期因为环保法规没有很完备，因此地下水监测的措施比较不足。那么到了94年起，陆续由高雄市政府环保局公告，是属于地下水控制厂址，那么也有一些土壤控制的厂址，还有土壤整治的厂址，都已经在公文上都已经有列举。那么另外为了要进行土水整治，我们未来会采取分期的一个进行，在技术可行性之下，将本公司采取最好的快速工法，在并且采用滚动式的管理，分期检讨，预计我们会尽力在17年之内完成整治，解除劣管理，做土地更好的规划利用。那么另外还有一块是属于业务区的部分呢，那么这属于未受污染的这个业务区的土地，目前有76.8公顷。目前这个土地除了规划作为本公司寄存的绿能研究所、土壤及地下水整治工程处、管线管理中心等等业务使用之外，其余的土地将进一步跟中央、跟地方政府协调，依据中央地方政府的指示跟这个产业发展的需要，建立沟通平台，协调具体共识，然后配合来规划办理。那么在有关人力安置的部分呢，因为全员安置这是本公司一项的政策，高雄厂人力配合官厂已经陆续的，我们根据他们的专长进行必要的安置，调到大林厂、林园厂及管线管理专责单位去工作。那么在102年4月1日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有1673人，到了今年11月，高雄厂人力已经降为888人，剩下的人力未来除了留下工厂拆迁及厂区管理的人员外，会依据个人的意愿跟公司内部的人力需求进行调整。对于当地居民的沟通，本公司对于这个厂矿周遭的居民、地方的士绅跟民意代表的协调沟通一向非常的重视，目前已依据政府承诺推动高厂的官厂作业，对于潮区保留等居民关切的议题，我们会持续跟居民进行沟通。那么最后高雄厂对台湾经济的发展有其过去的一个贡献跟价值，那么基于政府的承诺，中油公司忠实的履行26年迁厂的工作，本公司会持续加强跟政府跟民间的沟通，以及能够顺利完成此项历史性的任务。那么这是有关高雄迁厂的一个报告。那么最后我再针对高雄气爆事件，中油公司后续处理情形跟各位委员做个简略的报告。那么气爆发生之后，本公司、总公司跟高雄相关单位立即成立灾害应变中心。那么之后啊，我们对管线进行全面的清查，公司内部成立长途管线全面检查专案小组，积极办理各项作业。那么这里边包括七大项，第一项是有关全面来清查这种穿越湘海的管线，其中发现有32个穿越湘海的管线，目前完全都已经处理完毕，除了3处啊，它是因为有土地取得的问题，也预计在这个月底能够处理完毕。那么第二项是我们逐一清查核对更新全公司的管线图资，并且将相关的图资资料提报，依据职权提报能源局跟各县市政府。那么第三项，我们也完成工业管线磁压测试，有32条，测试结果均属正常，并且经过第三验证单位来验证。第四点，我们也刚刚部长提到，我们配合工业局来成立工业管束的区域联防的组织，那么支持协助办理2次大型的演习，以及所有的这种管束单位之间的一个联系。第五项，我们成立14家石化下游厂商的资讯
互看的平台，建立立即可以监控操作的一个资讯的平台。那么第六点，公司里面成立高雄管线管理中心，常驻在我们高雄厂，作为高雄地区对外对内的窗口，负责协调联系会诊管线业务，并且执行管线检测及图资测量的工作。那么最后一点，我们对内部的法规增修订了总共有31项长途输油气管线相关管理办法跟管理要点，那么也都已经是修订完毕。那么其他在有关管线的这种维修检测的计划方面啊，根据石油管理法，我们在已经提报105年度石油管线维修检测汰换防盗防漏紧急应变计划给各县市政府。那么另外根据天然气事业法，也提报了105年输气管线维修检测汰换计划，报请地方主管机关转中央政府主管机关备查。那相关的计划已经在陆续在执行，最后就是向高雄市政府提报105年年度既有地下工业管线管理维运计划书，这个计划书已经在上个星期五啊，经过高雄市政府审查，有条件的通过。那么最后，我想能源石化产业本身具有高度的这种风险的特性，维持生产工厂跟管线输出的安全操作，维护社会大众的生命安全是我们业者的天赋。那么对于管线设施的检测维修跟汰换，我们将以安全最高指导的原则期许成为各界的一个典范，把它做好，不 以 公安百分百公安零灾害作为我们最后的目标。以上报告，敬请各位委员指教。好，好，谢谢中友的报告。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就请高雄市政府要不要补充报告？高雄市政府，高雄市政府有没有报告的？啊？好，没有哈、哦。啊、哦，有哈、哦。好，那请上台。啊，环保署我们就不报告了，好不好？既然那个黄昭伟、黄委员有在说，没报告要顾哈。好，那我们请市政府来报告，要不要？要吧，哈。好，那请市政府报告。谢谢主席，谢谢各位委员，高雄市政府对于刚刚我们中油有关武清官场的部分，原则上我们认为这个武清的官场是当时我们政府的承诺，长期的承诺，所以不应该再私讯于民。那这个官场涉及3件事，一个就是官场的这个范围，一个官场的程序，跟官场后的土地使用规划。那目前官场的范围的部分，刚刚中油董事长的报告里面提到这个输出设备，就是油槽的存在啊，其实这个部分跟当地居民的认知是有差距的。我想这个部分是我们目前高雄市政府对这一块是有保留的，因为大家认为官场就是官场，它不太可能会留下一些其他的这个40几个油槽，所以这部分应该还需要再跟当地的居民沟通。第二个是有关官场的这个程序里面涉及到土壤地下水污染的整治的部分，那目前中油从20年整治期间缩短为17年，但其实这个时间对我们高雄市政府来讲还是太长。我们认为应该用最佳可行的技术来缩短这样的时程。那最后就是官场之后的土地使用规划，我们也认为应该有一个及早完整的这个规划的方案来跟当地居民的沟通，因为毕竟地主还是中油啊，所以我们认为这个部分可能假设可以再有更详细的计划的话，对我们地方政府在沟通这件事情上会比较有帮助。以上的补充说明，谢谢。好，那我们这个环保署我们就不要再报告了哈。好，那我们就请我们各位委员哈，那就自行参列啊，并列登公报。好，好，那现在我们就进行询答，我们委员执行贤，我们跟各位报告一下了哈。我们现在执行时间还是8+2，好不好？8分钟再。必要延长2分钟。那我们上午10:30就截止发言登记。
那如果有临时提案，我们希望在11:30我们来进行这个处理。好，那我们首先就请李桂明委员发言。市政府刚才市政府有没有书面资料？好，麻烦请交给我们黄昭顺委员。好，主席，我麻烦请部长跟中油董事长。请部长，请董事长。丽人你好。两位长，今天本席有两个问题请教啊。第一个是关于这个再生水的部分啊，那第二个部分呢是关于高雄炼油厂啊，所以我先请教部长。我们提到这个再生水的重要性哦，基本上来讲大概不会有人反对这个再生水是非常非常重要，尤其台湾的缺水缺电啊，还有我们的这个环团的这个抗争，事实上是我们台湾经济发展的一个三大隐忧啦啊。那么对于这个缺水的部分呢，我们知道台湾的雨量啊，基本上面来讲是世界的 2.6 倍，平均雨量的 2.6 倍，所以是很多的啊。然后我们的分配量呢，因为我们的河川的关系急啊，所以我们事实上是只有1/7，所以储水呢变成非常重要。可是水库的建制呢，每一次大家都要用水，可是呢要建制水库呢，每一次大家都反对啊。这个就是又要麻儿好，又要麻不吃草啦。但是我们去看一下这个经济的数据显示呢，再生水啊，它的成本，它的加上它的建设成本之后啊，再生水每一度啊，每一度要 28.4 元，可是以现在的自来水的情形啊，我们的每一度啊 11.18 元，也就是说我们再生水的成本会是我们今天成本的将近快要三倍，超过两倍多，快要三倍。那我们的自来水呢，现在是每度 10.89 元。我要请教一下，这个有什么样的一个情形，能够让这个很好的一个制度，再生水的这个制度，能够不是只是一个理想，而是很务实的，将来是能够去执行的。是那个跟委员报告，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啊。那我方法上大概就一个技术上啊，看能不能再用更低成本的这个处理水的方法。第二个呢，因为现在很多企业界告诉我们啊，他们对他们来讲更重要的是水的供应的稳定，所以呢，他们愿意再负担多一点，但是重点在于说水必须稳定的能够供应给他。以我们现在这样再发展下去的话，我们就很担心您刚才说的那个现象啊，水的供应变成不够稳定。所以我想就是两方面啊，一方面企业界也有这个需求，第二个呢，我们尽量在技术上啊看能不能用更便宜的这个技术啊来处理这个水啊。当然现在以现在的您这个算的也没错，它差距的确是蛮大的。对，那我的意思就是说，以这样子的一个成本，你现在我们听到就是说，企业界很多企业界讲说，哎，那个台湾没水没电，未来了哈，没水没电，因为都抗争嘛哈，没水没电的情况下，企业只有两条路，一条路呢就是外移啊，如果要决定把根留台湾的情况之下，基本上来他要解决是他不能够看天吃饭嘛，那他要解决成本这么高，这么高的一个成本，基本上面来讲，他一个企业他没有办法自己去负担，这就为什么政府有责任政府有责任对于台湾的一个基础建设是政府的一个责任。可是我们看一下这个，如果假设它其实并不是完全无解假设我们今天要引进民间投资，就像电的部分，其实在早期的时候也有曾经用过气电共生这样的一个方法，成不成功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最起码你有去做解决你未来问题的一个行动嘛。但是我们看到就是说，因为今天没有财政部没来但是我可以预期啦，就是说如果你有这个规划，财政部大概也是说 no 啦就是说如果要用
有租税诱因的方式去鼓励民间的资金进入，因为本席想除了民间资金进入之外，大概也想不出来其他的办法，因为政府的财政的确也是很困难啊。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租金的租税的一个优惠，比如说你如果投入再生水的建设投资的话，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你有任何的租税优惠，这个租税学者大概又要跳出来讲说，哎，这个租税不公，绝对不可以啊。所以他能够成案的几率其实也不大啊。如果我们说要用补贴金的一个方式来做的话呢，这个时候民众可能又会误会说你是图利财团啊。可是我们民间的资金到目前为止啊，有11点多兆。全部都停滞在民间，完全没有投入我们的经济建设，也完全没有投入我们的基础建设。那我想请问部长，我们设了一个目标，总要有具体的规划，怎么样子才能够达到这个目标，而不是设目标而已，因为目标大家都会设啊。如果不能够很务实的能够达到这个目标的话，那那个目标其实也是空的，也就是说未来台湾缺水缺电还是继续吗？那个鲍委员，我想这里哈，经费它在建制，您刚刚讲提到一个说基础建设应该由政府负责，所以它在建设经费方面，政府一定要去筹这个经费。第二个呢，政府就是没筹，他现在举债的已经到上限吗？不，这是重要的事情。我想在这个经费的筹措啊是很重要，否则就像您说的，他没有办法成功啊。所以在他建设的这个基础建设这一方面呢，政府一定要。来帮忙。第二个，那我觉得今天其实财政部部长应该到，他应该要稍微听一下。我们还有更多的，就是我也非常赞成您说的，如果能够再给这些经营的业者啊租税优惠的话，那当然这个效果就可以更大。第三个，否则部长您刚刚看数据，他是将近3倍，这里就是对不对？它是将近3倍，还不到3倍了，2点多倍到3倍，它的成本这么高，它怎么有没赔本生意没人做啊？如果建设的经费啊，基础设施是由政府支出，那么如果再生水的这个给他再生水啊不收费用啊，看能不能尽量降低他这一方面的成本。好，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不是由委员来做了哈，应该是由行政部门，我们要去争取啦。对，但是你们也应该要做一个计算式啊，就 how realistic 你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嘛，对不对？好，再拜托一下。然后第二个呢，我要请问的是那个中油董事长，高雄炼油厂，我刚听您的报告里面呢，您已经讲到说，对于员工的部分呢，你都有安置啊，都有安置。那现在高雄厂888名的员工啊，我听你的报告的意思，好像是讲说，其实将来会随他们的一个选择，所以绝对不会有裁员，绝对不会有裁员的事情，是吧？是，跟委员报告，是中油公司一向不会因为一个厂区关厂做裁员，但是呢，因为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厂区可以安置，那么剩下的员工目前很多是还在没有关厂之前还在操作的。我懂，但是你接下来你不是讲说11月1号，你刚刚报告的时候不是讲说剩下888位？对，对。所以我现在问你的是888位的员工，你可以给一个承诺，就是说这些888个员工除非他自己要离职，否则的话是不会有裁员的情形产生，是不是董事长？是这样，没有错。好，很好。 OK， 那我要请教一下啊，因为我不是高雄人了哈，但是我看了一下高雄炼油厂的这个历史的文化呢，它是从日据时代的时候就开始，所以理论上面来讲，它难道不是一个像是一个历史的一个见证吗？你现在把它所有东西全部都把它拆除了，剩下最后一期嘛，对不对？你刚前面的报告全部拆除之后，可是我们看一下国外哦，国外也有类似的情形。我们看一下德国好了，德国呢，它是这个鲁尔工业区的时候呢，原来它是煤炭跟钢铁的重镇。那后来他也因为全球的这个变动呢，他也视为了。可是我们看到他视为之后呢，他并不是说把那个房子啊，那个拆除之后，然后就让他那个停滞在那里。
它是有规划的，它现在变成它的一个欧洲文化的一个首都，也就是说它会去规划说，因为当地的情形哈，我觉得董事长一定比我们清楚啊。高雄炼油厂，然后像我们常去日本啊其他的国家，你会看到很多的地方它是运用它早期的一些的一个建筑，然后它输入一些带入一些的文化创意的一个产业，然后它还可以变成一个观光的重地。我知道就是高雄的部分其实是有往观光的这个领域的这个角度发展嘛，所以你现在把它全部犁平，是不是跟这些国外的能够运用它的历史文物去吸引它是反而是背道而驰的呢？是的，这一方面呢，有关文物文资保存的部分，我们是跟文化部还有高雄市政府文化局啊有一个密切的沟通，我们也。可是我刚才听高雄市政府报告的时候，好像还没有规划，因为他提到的就是说这个规划的部分是中央。以我们看到您刚才报告的那个时程，我会很讶异，就是说你的前面前期的这个作业呢，你都已经把房地都已经这个已经把它犁平了，那你这个作业怎么个作业？不难道是应该先规划然后再去执行吗？还是说我们的一般的行政的作业都是走一步算一步？没有，有关生产厂区随着工厂的关闭啊，有一些拆除，但对于这些建物啊，在使用的办公室有历史性的，还有宿舍区有许多是列为历史建物的，我们会予以保存。好，谢谢董事长。我的重点在这里，我觉得很多的事情应该是先规划完成之后再去做嘛，不应该是走一步算一步，这个委员讲一个你就做一个，那个委员讲一个你就做一个啊，我觉得这样子可能会比较不能够达到。你看像德国可以，德国人可以，台湾人也可以啊。谢谢。好，是谢谢委员。好，接下来请黄昭胜委员发言。这不是你的关心的啦。来，主席，我想请部长、董事长，还有高雄市政府那一位是好部长，是哪一个单位的代表？计划局的、都化局的什么副局长？好，然后副局长、董事长，好。欢迎好。部长好。部长，我想我非常谢谢你当年在当次长的时候，我们两个一起到高雄去的炼油厂去宣布今年要关厂。我想当时的那个状况到现在你应该还记得嘛，哈，我们区域里面大家对中油在今年关厂我们是很坚持，但是至于关厂之后我们未来的发展我们到底要怎么做，其实大家都有不同的意见。我想全立法院大概我跟中油的感情是最好，我从选市议员一直到现在，大概我跟中油炼油厂这一块也是感情最深厚，也了解的最深刻。所以我想昨天啊，那个陈局市长在高雄他怎么回答呢？在这个议会回答的时候说，经济部长你之前有到高雄去跟他做沟通吗？陈局市长，我们有一个平台，是你、啊、你哪一个平台是谁负责？就是一个平台最高位阶的是我跟市长，所以你之后你没有再跟他联络、啊、之后都是次长在联络，次长在联络，次长今天没来哈。那个沈次长今天在。然后他说有初步沟通，可是到最近经济部跟中油好像没有心，而且不知道未来要怎么样，是这样吗？我想我们一直都非常希望哈，而且我们也知道这很重要，跟地方政府的沟通协调是很重要的。他昨天是这样讲，他说中油冷冷的淡淡的事不关己哈，置身度外，然后呢要大家等1月16号以后让蔡英文上场了以后他们才要继续做，是这样吗？应该没有这个，应该不会有这种，经济部不会有这种想法。经济部在任何一天，我们就会做好我们的工作。经济部绝对不会这样做，不会这样做。那我本我也借这个机会要跟黄委员谢谢您哈，因为您这个一路啊，很多年很多年了，这个十多年来一直帮助我们
在处理这个这个高雄炼油厂的这个整个事情，我在这边要对您表示这个谢意。我想你不用跟我表示谢意了哈。我想高雄炼油厂在高雄大概还有几件事。其实我们七块里面的人民啊，就是我们南子区，我想以南子区最多，很希望中油炼油厂可以关厂，这是没有错的。但是关厂之后，这块土地要怎么用？其实大家的意见是分歧的，有很多的民众，因为有一群人他是希望把它作为生态园区，好，大概那一群人昨天到议会去了，但是有一批人希望他们能够把它弄成一个无污染，能够让大家转型，让我们南子区的人民可以就业的，而且是没有污染的高科技的，有一批人是希望这样子。那有一批人是希望说我们能不能够做文化保存，所以我具体跟部长做建议，选举没有到1月16号翻盘，我觉得他们太嚣张，没有理由说哦，蔡英文当选才我们再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不，我们就我们现在是执政党，我们一定要把这件事做好，所以我具体跟部长做建议，我们到高雄去开一个说明会跟公听会，广听高雄市民的意见，把我们大家期待的东西把它弄好，可以吗？部长，我想高雄对中油大概有几件事。第一个，你管线，哎，主席嘛，我你把小尊重的，我的恭维对不？你安尼就无意思啊！你连麦问我的卡，连麦唔听我讲话，无进行什么经营啊？你坐咧，你坐，你莫去嘿，你莫去占我的时间。很简单，第一个，那个管线一定要安全，这是我们大家我们要一个安全的城市。第二个就是我们这个部分到底未来要怎么做？那我希望部长你们到高雄来听听，尤其是南子区，因为当地有太多的民众跟我们整个石化产业的产业链未来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如果让他们失业或者失去工作，其实对他们而言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能不能够有一个无污染的高科技的让他们能够生活的一个方式，这是第二个哈。第三个我要讲的是，我们880几个员工，你们说不会帮他支遣，没有错，你们不会帮他支遣，事实上你们很清楚的知道，以这些员工而言，事实上他们更期待的是用你们优惠的遣散，包括你们中油公司都算过计算过这个成本的计算，事实上如果我们能够有一个优惠的方法处理，就像中油公司跟经济部送出来的东西，送出来的案子的话，我觉得可以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我不知道部长你有什么看法？高雄市长哈，你经济这个叫都发局的副局长是不是？政务局长，如果你们今天非常正式、非常重视这个案子，你知道立法院排的这个案子。你至少也把你们的副市长跟你们的局长找来吧，这是必须的东西嘛？你们不是要对谈吗？请副局长回答。谢谢主席，谢谢委员。今天因为议会期间啊，所以市长跟副市长都必须到议会备询，所以显然你们还是不重视嘛？因为你中央跟地方的对大家的平台在对谈，那么重要，我们今天可以在这里做决议，你们自己不来。然后说我们冷冷的要等小英，我告诉你们啊，选举没有那么简单啊，小白没六票的顾啦，卖以基础的，不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议会在那边欺骗我们高雄市的市民，我很明白的讲啊，所以我希望部长你在这个上面刚才本席所提的这几件，我希望您来高雄对我们当地，而且我希望你在我们南子区做一个民调，可以吗？就是我们南子区的区民做一个民调，我们希望它成为一个高科技无污染的等等，最短的时间内来做。那个报委员要听取地方居民的意见，这个这是我们一定的方向嘛，好，这一定要做的事情。做一个民调，做一个民调，做一个民调，我们再回去考虑一下，再把那个题目弄好。是。一定要一个完全无污染，而让我们那些因为这件事而失业的这些朋友能够有一个就业的机会。
可以吗？你做一个民调出来，我们。好，那这个民调的部分我们研究一下，好，我们商量一下。不过要听取，一定要听取地方民众的意见。第三件事，你们的老宅宿舍跟你们的公教宿舍，你们准备怎么处理？老宅是当时你们不卖给他们土地，房子全部都是他们自己买的哦，都是跟你们中友买的，到今天你们不处理。我想跟主席跟委员报告，这个部分呢、啊、是持续在处理，并没有不处理。那么只是说他有一些需要一点时间。那么你的时间从八十几年一直到现在二十年的时间了。由于立法院一直经常有决议嘛，所以这个事情。我们立法院有决议是叫你今年以前一定要处理完呢，结果你到今天为止，你还是没有。完全没有任何的动静。不是，有一些是需要处理，有一些是需要这种法院介入才有办法，司法介入。我想部分都有持续在做。我们希望这件事不要再有司法的介入，因为那个房子的买卖，你给他加时间哦，伊安尼一直给他乱，唔知你乱得几出头哈。你那个董事长，因为他们买的房子的合约，你们都很清楚。包括当时买的时候是公教的跟老宅的是完全不一样，所以部长我要您在这里承诺，就是包括老宅包括那些公教宿舍，你们能够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请你跟我回答。那个包委员，我想我还是请那个中友啊，这个一定要很认真的来处理这个问题。认真二十年呢、欸。对，认真二十年没办法解决呢。一般公教的住宅比较容易处理，都有一些合约的依据。老宅的部分，因为它有一个所有土地那个地上物，它有地上物的问题，所以势必是比较复杂一点。但是还是要找一个方向来处理，这个我们会继续来。我希望在最短的时间内把这个部分能够把它处理掉哈，部长。然后最后就是说，对于官场之后，我们的石化产业，大概高雄靠着石化产业的。人口大概有多少，部长？就业人口？绝对不会，所以影响的层面大概有十万、五万个人的话，几多少个家庭？所以我希望部长哈，我们不能够因为这个官场，而整个那些面临这么多可能受到失业。我们应该要有及时的一个处理方式出来，我希望部长能够最短的时间处理哈。然后时间最后我要请教部长哈，因为这两天王文渊出来讲话了，他说货贸比 TPP 还要重要，我请问部长，货贸跟 TPP 的进度现在到底在什么样的一个程度？货贸跟 TPP我们在你们的工作范围内，你们的优先顺序是什么？现在货贸的部分要立刻处理，那么要尽快的去处理。TPP 因为它还没有生效，它这个十二个国家哈各自在批准的程序，所以就时间上来讲的话，我们应该要先把这个货贸的问题处理完。你们大概什么多少时间内你可以处理完？你总是有一个时间规划表吧？我们现在对外的说明就是希望哈能够对外的说明，那你还有内部的说明吗？不是，就是我们的说明说，因为这个谈判这个事情呢、啊，很多事情要看两方面的同意，所以呢，我们希望能够至少在今年有一个重大的进展啦。今年就马上到了哈。对，我想，因为这两天整个国际局势变化的蛮大的。包括 IS 甚至把我们列入什么那个国企都，我看到那个东西，我其实啊，一方面觉得至少我们的国企跟美国、啊、跟大家都列在一起，但是我们对这件事还是很恐慌。我觉得这个事情对我们整个国人来讲，还是有一定程度的一些影响。所以我想这个部分跟我们未来跟世界接轨等等，都有一定程度的影响。所以我希望部长你可以明确的告诉我们的时程，把这个时程弄出来，包括 TPP 包括货贸，我们才能够知道说我们未来在这个经济上在接受全世界在挑战的过程当中能够怎么样把它弄得更台湾的经济能够更好。我希望部长能够门对内跟对外，我希望这个不用把它分得那么清楚好不好？好，以上谢谢。
好，谢谢。接下来我们就请陈昌明委员发言。主席、各位委员同仁，还有各部委的首长，大家早安，大家好。首先有请我们邓部长，还有包括台电的人员，有没有来参加？台电没有，部长。台电没有。中油。台电有没有来？好，来。好，台电，那台电的代表来参加好了。那个陈委你好。部长好。吴副主委我也请他一起。好，吴副主委他对台电的业务也很相当的了解。这边啊有一张我们苗栗县电力镇公所的新闻稿，他说你台电违反行政中立，牺牲民众的权利，说台电公司在104年10月1日片面一纸公文修正促进电力发展营运协资金执行的要点，规定公职人员选举候选人为地方行政首长时，投票日105年1月16日前60日内，公所不得自用拨付之次协金。他说啊，对于燕里镇施政的影响及各项补助很大。那现在我要问得很清楚，因为这个跟我有关系啊。他说证明的急难救助金，二本镇老人文康中心老人的午餐经费，三对社团团体举办公益活动之补助，四对社区守望相助队活动经费之补助，五65岁以上长辈敬老送日的蛋糕，六社区守望相助巡守活动的补助。他说你这个条文一出来，这些钱都不能发放啊，有没有这样的事实？那个包委员啊，现在我这边的资料就是说，就急难救助金的部分、老人午餐经费的部分、社会团体、社福团体的公益活动部分的补助啊，还有守望相助这个，通通不受影响。通通不受影响，这一部分，所以这个你们的公文一发送到乡镇公所的时候，就是他能照常发放的啊。不管是你104年度的、105年度的，对不对？刚才跟您报告的这几个项目，他不受影响。好，那这个我今天执行的，你要跟我答得清清楚楚，在一天之内，明天送来给我，可以吗？可以。不然我蒙受很多不白之冤。然后我要请教一个问题，部长，我今天来是替你护驾。有人说你修正了这个要点的时候要来评级你，那我是觉得我是男子汉大丈夫，我们做事要担当要作为。等一下他们要攻击你，就用我的话来讲，我是做事敢担当的人。这个计划其实他可以实现，但是他嘴巴太大。他说要把你台电回馈真的2500万去发给每一家每一户每一人500块，在元旦的1月1号要失望，就是一样。我同选区的立委候选人燕里镇镇长民进党提名的，他把要你台电的2500万回馈金在1月1号要失望到每一家每一户的人，好，有500块。那我本来不晓得，地方跟我在谈，我说这么大胆妄为，敢把回馈金拿去选举前公然的发放，叫做社会的福祉金。有，我要请台电来跟我解释这失望的程序。所以他说我公然施压，我哪里施压？我把民众的情形反映给你们晓得。其实这个问题也困扰你几十年了。但是你们在台电的内部里面影响说，这个确实对选情有影响，因为行政首长公然用国家的资源，以社会福祉的名义去公然的汇钱买票，这样对吗？所以我一反映出来给你们说，有人这么讲，你们是怎样发放的？
今天等一下有人问到这个题目，你说是我讲的，我来请你帮我了解这个程序。那部长，你们台电的回馈金竟然在选举前的1月1号说要把它发放出去，社会的福利照你们社会的那个回馈金里面申请要到4月，发放要到8、9月，他急着1月1号的发放，他的用意目的在哪里？所以我今天为什么来到这个地方，昨天那个温州人民说我来到这边这个会期没有发言，我发言是很厉害的，我发言是有一定，我要发言就是我一定要讲出真的问题，所以我今天对你们的行为我很大胆的钦佩，能这样的修改符合选举公平正义的原则。报告主席，有时候讲到你们的朋友，你不要生气，如果换是你的话，2500万生气花到给全镇每一家的人气，我选举要怎么选？而且1月1号，这不是用国家资源公然的贿选，不然什么叫做贿选？还有你今天有担当，我跳出来我挡，你不要怕所有其他的民间的委员去责骂这样子，你要表扬社会的公平正义，要说选举贿选不得有贿选，竟然有这样公务人员移花接木。说是为了社会的福利，哦，一月一号要失望，预算都拿贵，元旦还在放假，急着要放这个钱，还到处的说污蔑我，说我对你们施压，哎呦，我搞得好啊！部长，你对这件看法怎么样？台电跟我表示态度一下。哎，那个包委员，您说的完全正确哈。我们这个回馈金呢，它有它的办法。他有他的规定，您说的一点都没错，四月申请啊，五月发放啦，哈，这些都我们一定要照这个程序，而且他这个使用有一定的目的的，不能够拿去发给每一个人的。他发给每一个人的、啊，他们25000万，每一个人刚好500票，500块，从小孩到大人都有。这就厉害哎，这个不好规定啊。你的朋友真的很厉害。我不是跟你小看咱老朋友拢怎样？哦，他就在摇头了，再头再摇大一点好不好？我相信这样没有人赞成的，对不对？不合规定，不合规定啊！如果他做了要怎么样？我们希望大家都合规做事。哎呦，选举有人不择手段，像我这么守法的人，这么正道的人，我现在头脑地发羞呢。不可能啊！主席，哎呦，好，你想不可能的哦。啊，这个钱都不是输钱的，啊，我跟你讲，不是输钱的，然后就，对吧？有一定的办法嘛，他安尼讲安尼做，当安尼做。哦，我安尼就担心了，我安起来困不起。今天主席你讲话，我可以抱着枕头睡觉，还没抱过老婆睡觉呢。你们要坚持原则，一定。其他的如果有政党人员提出来，要是他换做这个角色会怎么样？我希望是呗。好，搞不讲个这派听。说我全力的施压，我这么斯文的人，我到立法院没有听过部位的所长说我有在施压任何人，我没有拿内裤出来施压，啊，你听有无？所以这一点你要防止到啊，法务部有没有人在？法务部了，没有，今天没有来，法务部今天没有来啊。台电的法规会，你们不要有点紧张，法务部有来，这个放轻松。华部有没有人来？华部啊，你不要躲在后面啦、啊！好来，抓贿选是你们基本的职责啊！好来，罗三四，好，王检察官，王主任检察官，好，王检察官，是，好，这个问题我一提出来，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个有没有违反贿选？用国家公然资源发放的时间不对，发放的话是全民的啊，这个在选举前你是支持台电的还是觉得说这样的做法没有牵涉到贿选，这个是一个关键点哦。如果我今天选总统，我选情不好的时候，我就说我把钱啊，一个人花1000块全国这样子下来的话，我一定稳当选的啊，你觉得这种行为对不对？
包委员，委员这个问题哈、哦、属于个案的一个认定情况，然后我们会请那个苗栗地检署那边稍那个稍加注意，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我希望你们对这个问题提出一个检讨、一个报告给我了解一下。台电在前面的，宁华一步一松手的话就完蛋了。那世界上就这个选举没有一点公平正义，这可以说全台湾省最大的绑桩汇票，贿选，好、哦。用国家公然用国家的资源去进行这个绑桩买票贿选，多久的报告能给我？法令的见解给我，你统一的解释给我。包委员是要多久？不要报告委员啦，天天的报告我听了很久。啊，那恭喜结尾。给你三天可以吗？没办法。啊。包委员是要我们提那个有关于统一见解吗？哎，对。如果法律上的一个那个，你们法务部的见解，统一的解释，这个事情以后仍然会再发生。现在的话，你们全部采取一个手段的时候，我相信以后将来无忧先忧，台湾的选举会被破坏掉。好，这个一点。然后我再请教台电，你们下去，主席站起来了，我讲到他朋友，他赶快站起来了，啊，开玩笑一下哈。我现在再强调，任何的款项在一月一号以前，他可以去动用，除了社会的，他叫做生活扶助金里面2500万，选完以后就可以动用，对不对？是一月十六号以前去，以后就能动用，对不对？是的，依照程序啊，依照规定啊，那个假设是旧历年前，就是已经离开这个。你尽量帮我旧历年前的、啊、哈、哦，能给他们同意他们发放，好不好？啊，我仍然坚持前选举前不能发放，个人各凭实力，很公正、很庄重的在选举。啊，这个文要给我，好不好？好，我很奇怪，他急着一月一号以前要发啊，那个新历年的。法务部注意这样的现象啊！台电，我对你们英勇的行为表示敬意，谢谢。谢谢委员。好，谢谢。接下来请林代华委员会。好，那来，好，主席，我们先有请啊、部长。来，我们先有请这个啊、法务部。啊，法务部罗灿立，以及高雄市政府法制局检察官，高雄市政府。我要讲的今天啊、今天整个高雄的气爆案哦，它不是一个个案，它是全台湾在整个公共安全当中，到现在为止啊、是不是真相的透明公开？以及相关的责任的归属，是不是能够让高雄市民、台湾人民放心？本席站在高雄市民的立场，有相当的疑虑。现在依照我们法务部当中在刑事上的牵结的部分，以及啊、我们这个民事的相关近期所达成的和解，本席认为就高雄市民的立场，其实是相当不满意的。所以说啊、我想是不是请啊、我们今天法务部简单的先说明啊、你们现在啊、在刑事牵结的部分是什么？民事啊、和解的部分啊、我想民事的部分是先不用讲，那个其实是还就是在这个赔偿上的，那就刑事的的牵结的部分，然后再来就请市政府法制局，您站在高雄市民的立场，对于这样的一个啊、的结论。是否是什么的看法？来，法务部。是，包委员，关于这个案子，在去年十二月的时候，有起诉了12个人员，包括了李长荣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然后大社厂的一个厂长，然后一些值班的一些人员，以及那个委员所关心的，当时候高雄市政府公务局下水道工程处的3位公务员，总共12个人，在去年12月的时候已经起诉了。
然后这个案子还有一些处分的一个部分，包括市长陈举、副市长刘世芳等人，这个部分是因为调阅的相关的一个市政，并没有认为他们有任何渎职、废止职务的一个行为，所以这个部分是为不起诉的一个处分。至于迁解的部分，因为当时候很多民众有告一些那个市政府的一个公务员啊，一些消防人员，但是因为经过检察官调查以后，认为说其实大家在那一天所作所为都已经尽心尽力了，然后没有达到一个迁案的一个标准，所以这个部分是用迁解的一个方式。至于委员所关心的中油的一个部分，因为发生气爆的是属于四寸管，但是经过检察官调查以后，这个部分四寸管它不是中油所有，而且因为你一个不作为犯，它需要一个作为义务的一个情况下，检察官也没办法找到说中油有它随时监控管线压力的一个作为义务，所以没办法用这个作为义务去规范它一个不作为犯的一个行为。以上报告，谢谢。好，这就是本席认为站在高雄市民的立场，我无法接受。你中油不管是八寸管、六寸管、四寸管，是政府编的预算给中油去建置，结果你中油是怎么样的私相授受协议给这个福具，然后呢，再由福具呢再给这个融化公司使用，不管是福具也好，融化公司也好，都是李长龙集团，你可以用公款建置。然后呢，你再移送在这个使用权上，你再移交给融化跟移交给福具跟融化，也向这个福具跟融化收钱。哇，这个中油部分我不晓得这个部分检查检调单位是视而不查，视而不问，公资产可以这样子吗？我说这个是高雄的问题吗？这是中油在整个全国的管线都是这样搞的，这是公共议题。你今天做了这样的一个迁解处分，你能够对所有台湾人民交代吗？高雄市政府你怎么看？谢谢主席，还有谢谢那个委员哦。那我想我非常高兴哦，有这个机会能够在这边来针对我们高雄市哈、哦，就是从八一石化气爆发生之后，后续处理我们高雄市的一个整个对这个八一石化气爆的一个看法。我倒觉得说，就这个部分来讲，我表达有底下三个意见哈、哦。第一个部分就是有关于管线移转，它必须要完成法定程序。对一个管线移转没有完成法定程序，而且它这个管线所输送的原料基本上也不是依法可以输送的，因为把它原来从油管变成是一个丙烯跟乙烯，这个部分也都没有经过一个法定的程序来完成。那对于这种违法的状况，在整个灾害发生之际，也没有迅速立即的来告示高雄市政府来进行有关救灾方面的防护，我们倒觉得说，当时以就我们对中油态度的一个救灾态度的一个了解，它非常的消极。事实上，就这个部分来讲，它可能也有违反到所谓的灾害防救法第三十条有关于积极的一个处置的一个义务在。那其次呢，是有关于公法上的法定义务的部分，因为既然中油它这个部分来埋设相关的一个油管，它当然负有所谓的公法上一个维护管理的责任、维护管理的义务、维护管理的责任、维护管理的义务，怎么可以任由透过司法关系来做移转？这是一个在法律上让人家难以理解的部分。那 OK 好，你如果说进行有关的移转了之后，结果事后呢，中油它又针对这些管线，它又每年都持续的提出有关于维护管理计划。好，那就这个部分来看，依法本来就是应该由它来维护管理，实际上也是由它来维护管理。何以当时气爆发生之际，当然有李长龙跟华燕的操作不当，可是由于这个维护管理的不当，共同造成了这次八一石化气爆的结果。何以中油公司到现在目前为止都不需要去负起他们应负的法律责任？那第三个部分呢，有关于呢，因为这次的八一石化气爆，其实造成的高雄市不只是我们的市民的重大伤亡，也造成我们高雄市政府所建置的公共设施的一个重大的损害。所以其实我们本身也是一个实质上的受害人。那为什么我们实质上的受害人？我们现在目前也正式的跟高雄地检署来提出告诉。
那我们在这边也呼吁哦，也希望高雄地检署能够正视这个问题。高雄市政府的确是一个实质上的受害人，也希望能够审慎处理，来还给我们高雄市一个公道。嗯，好，我想啊，这两造的说法的差别性就在于说，好，你检调单位认为说，好，这个我虽然呢，你只针对后端，他是已经移转了，可是移转确实是李长龙使用，所以李长龙接受这个东西，他是移转的这个的使用权，这个四寸的使用权，是不是足以好在这个变成气爆的主因？但是市政府的认为，高雄市民的认为，就所谓的不纯正不作为，我明明知道这个是个爆炸物，好，那我还是移转，诶，我故意拿给这个第三者，他不知道那个是爆炸物，可是我知道我是爆炸物，所以我就移转给他了，结果造成了伤害了，所以这个是市民现在质疑的部分，我可以这样做吗？我一般人民明明这个我明明知道它是有爆炸物，是有可能的，所有的石化管线当然是危险的。可是我竟然说好，因为我这样的移转，好，我这样的移转，这样子的移转是不造成，我是故意的移转，私相授受的移转所造成的公共伤害，结果中油是没有责任的。好，这个部分是在这两个差距当中，所以在这边本席要求，等一下我会做成临时提案，要求法务部再查。现在你只是牵结而已，还是可以重启调查的。好，针对部分，第二，好，那请回。第二个议题哦，针对我们中油五高雄后进五轻的官场，好，我请这个我们部长跟市政府的环保局、经发局、都发局来，好，暂停好不好？暂停时间。林委员好。没有，因为他们在走路啊，报告主席，他们走路会占用我咨询的时间啦、啊。咨询的时间暂停。是，好，谢谢主席，谢谢主席，谢谢主席的指正。好 ，OK。你们从你们报告当中知道说有这个协调机制，但是很明显，这个协调机制其实是很难对我们高雄市民交代的。好，那我想请你倾听我们地方的声音，为什么现在的协调机制，我们市民是已经没有办法耐心再等下去了。我是请高雄市政府来经发局副局长您先说明，以及环保局黄世宏黄检任记证，都发局高主秘，你们来把地方上的声音让我们部长知道。来，是的，委员，有关武清官场后续相关事宜，陈竹刚报告就是他其实涉及的官场的范围、程序跟未来的规划。那范围的部分呢，其实对市民来讲跟市政府来讲，官场就是官场，它不会留下所谓46个俗槽。那如果说真的有国家重大真的需要的话，其实在25年前承诺之前有很长的时间可以沟通，我们认为不应该在今年才突然冒出来说它需要保留一部分的输储设施。我觉得这个部分是沟通已经起步稍微慢了啦。那假设未来可以积极一点，那我认为应该是在加强这部分的沟通，这是我们的基本的看法。谢谢。是，你认为在现在的机制当中是有没有什么不可以？因为已经是部里面已经都出来做，部长这边都已经亲自也当协调人，当这个召集人了。好，那你们觉得这个在机制上或者是哪些议题上，你们觉得是还是有落差，或者你有什么期待？目前我们的沟通方式当然是平常是直接跟中油有沟通啊，有公文上的往来，但是我们觉得这样不太够。是，这个平台如果中央经济部可以介入的话，共同来成立这样的平台，我觉得会比较好一点。好 ，OK， 好，来那个这个环保局，谢谢委员哈。那有关武清官场之后的土壤污染的整治的部分哈，那现在因为中油有提出。缩短到17年，但是地方上还是觉得这个时程太长了哈。那原因大概我们认为是说，因为它有一些工厂需要拆除哈，那这个部分工厂拆除还有油草继续在使用，都会影响到整治的一个时程。那可能希望中油公司能就这个部分能够再缩短哈。好 ，OK， 还有我想了解一下，在这个我们所用出来的的土，有些可使用的是做填土的部分嘛，填海造陆的部分，没有？好 ，OK， 好，来。好，
主席还有委员，那个我想督发局在那边做一点报告哈。我想，督发局的立场，我们是要追求，自从气爆之后是要追求一个安全城市哈。啊，但是不管是这次发生气爆有关的一个前镇河口的周边的一个油草，还是刚刚所讨论到的有关武清的这些除草的去处哈，有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地点，就是高雄港务公司所负责填筑的一个外海的洲际货柜中心二期的这个计划。啊，我们有查询哈，依据运河的一个洲际计划的一个工程的期程哈，是最晚民国110年就要完成相关的石化的除槽和那个管线的设施，这个部分我们一直协调那个港务公司这个部分可以加速进行，但是很遗憾的，我们一直跟中油和经济部这边沟通哈，今天看到的书面报告还是提到至少要113年，这至少又有3年的落差啊，所以我们站在一个安全城市的立场，我们希望经济交通两部这个部分针对填海造陆的这个去处哈，赶快能够加紧协商，而且依照运河的计划，只能提前完成，不能落后。我想这是我们的心声。好。OK， 好，部长来，请您，我想你也听到地方的声音哈。那其实第一个是这个沟通平台哈，虽然是经济部主导哈，但是你还是只有让中油直接去面对哈，所以到底经济部这个相当于299公顷的土地要怎么使用？好，除了我现在赶快的要整个清除的工作看怎么在进行，包括未来的规划，那个是同步的，包括你我都念兹在兹的，现在厂商的痛，我们的人才，我们的这个土地的问题，难道这将近300公顷都没有办法有新的在相关的一个对于产业的部分有一些任用吗？我让您知道这块，这个就是你们的土。好，生活圈这个是宿舍区没有问题，这个产研区你们怎么划设呢？都是商业区，好，产研的用地，好，那包括这边暂予保留的，这是因为你要分好几期要去做整治的，那你光是现有的生活区跟这个产研区是不是就有一些产业的相关的土地或者相关的产业的聚焦可以进驻呢？这没有你经济部真的这个出来啊，你至少要次长级啊，每一次我所以我在这边有具体建议啦齁，你这个沟通平台每一次都至少要次长级齁，你至少要做主导，你下面才有国营事业，才有国营会，然后你再把你经济部的所有相关的产业的规划你才有办法带入嘛，中油怎么可能跟你带入产业的规划跟市府做沟通呢？不可能的。所以我想你这个沟通平台啊，本席要求啊，就是一定要次长级，每一次的会议都要次长级，我不知道你怎么看。是，我很同意哈，这整个事情一定要经济部跟高雄市政府还有当地居民哈，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去协调。那么我们希望是说他这些东西啊，也将来有产业发展的这个机会在那个地方。不要都把它抹杀掉，毕竟高雄是个很重要的我们产业发展的地区了哈。所以至于您说要求我们是不是每次都次长哈，我尽量，事实上省市长在这个，什么叫做尽量，一定要务必，这个是专案。看那个案子的需要，不过您放心哈，我其实我光是哈看到这几个了哈，这几个议题，刚才听到市政府这三个单位，你油槽继续使用或迁移与否。好，这在地方上也很有争议。第二个，我们土屋整治长达20年，虽然你们缩短17年，我们高雄市民显然不满意。第三个，你要完整的去规划跟市府针对土地利用及开发的规划，甚至我们就希望中油的总部一定要迁到南部嘛。这个部分如果没有你经济部的主导，怎么可能呢？沟通协调怎么可能呢？第四个，你前镇除运所迁移到洲际货柜中心的二期的进度，很明显你的洲际110年就完成了，可是你既然你的规划是113年，你又要我们高雄市的发展又再延宕3年，合理吗？最后在这边你的沟通平台我已经要求了，你至少要次长级来你在的人来做，每一次就是他来做主持人，做召集人，跟我们市府的副市长，这样才有办法对等召开嘛。光是这几个议题，好，我想这个就够，你还没有说你市长要出来协调，我都觉得那你怎么协调的，你都让中油国营会，怎么可能嘛，我时间咨询已经到了齁，所以我在这边具体要求在下一次，好，就这个最近这一次要召开的，就由次长
跟我们市政府的这个副市长沟通平台启动这个第一次的这样的层级的调整。啊，这没有问题。啊，以及跟张啊在本席所提到的这几个议题也实质的做一些讨论。好，以上谢谢。好，谢谢林委员。好，谢谢。接下来我们请廖国栋委员发言。好，主席，我们请部长好吗？跟中友一起来好吗？好，请部长跟中友。廖委员你好。好，那个部长，虽然大家今天我们的题目是讲气爆啊，那么事实上我们更关心的是，武清迁厂啊，中油炼油厂的迁厂之后，对台湾的整个经济的影响面到底有多大？哦，我们现在这个 GDP 啊，一直说由正转负，这个时候出口不畅啊，消费不足，投资也没有的状况之下，如何让我们的 GDP 能够成长？在这个时候，偏偏我们又在处理这个武清迁厂的这个事情哈、啊，你们有没有出估武清就是说炼油厂迁厂之后呢，对台湾的整体的 GDP 有多大的影响面？过去有没有做过评估？我想我来、跟委员做这个报告哈，因为石化产值很大，关联性很大。对啊，那主要的这个石化产区都是在南部，特别是高雄地区，所以整个石化产业的持续发展，当然高雄武清的迁厂这些产能的一个移转，我们早就做好因应了。虽然还是未来的乙烯还有若干数量的不足，我们也做好因应了。那么炼油的部分也已经移到大林，所以这个部分的以供应石化产业的下游的部分呢，我们供料是已经有一个适当的因应。那么影响的是说，如果整个产业环境不好，这个新的产业不要投资，或者是已经移到外围去的话，那对台湾的这个石化产业产值会越来越小，这是我们的担心啊。因为我们必须要创设一个好的投资环境，才有办法持续让石化产业跟流台湾。那除了以转移之外，现在所谓的石化专区到底有没有成型啊？整个石化专区到底有没有成型啊？这个石化专区是政府也算是经济部的一个一直在持续的一个政策，但是它涉及到许多因素啊，因为石化专区的选址以后，它这个里边所涉及的这一些社会的问题要如何去处理等等，这个部分都需要比较长的规划。所以过去我也晓得我们经济部啊也跟市政府都有这一方面都有一些沟通，那中油公司也曾经就这个问题跟市政府有所报告，听取他们的指教。我听说你们最近你们这个中油的出口，当然你们主要是负责这个内需，但是你们还是有出口的一个量，现在也是持续的在减少。当我们一直在讲出口来促进我们的 GDP 的时候，你们是拼命减少。减少出口，这是很奇怪。我不晓得部长对这个看法怎么样。是那个廖员，我想跟您报告哈。刚才林董事长提到，这个石化产业对台湾很重要，我们一定要把它留下来。是啊。那么我们现在的目标就是说，因为受到这么多的限制，所以怎么样把它的值提高，把它的这个价值提高，产业的价值链啊往上走。对，这个是我们的重点。需不需要一个石化专区？现在经济部的看法是应该要一个石化专区，是不管是就产业的关联性，不管是就环保哈、跟居民的一个隔离哈、对，那么如果有一个石化专区，所以我们有一个方案，一个推动办公室啊，就是要来推动这个成立石化专区。不过一定要跟地方政府啊，地方政府要配合，那么就是经济部一定需要这个高雄市政府啊，跟我们一起来做这个努力。你的意思说现在高雄市政府的配合度不够吗？我们当然这现在呢，可能大家都在尝试，都在摸索，而且呢，找地点哈，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哈。那么我们希望能够有更好的这个更多的这个部长协调。20年前我们就决定要让这个炼油厂迁走，停止，甚至要迁出。20年前就决定，这么长的时间。我们不能在那个20年之内做好一个完整的一个转移的计划，或者一个新的一个石化专区来取代，
高雄炼油厂吗？都没有做吗？是有比较大的计划啦，哈，那时候比较有大的计划，我们希望说，能够在外海有一些地把它填出来，哈，把这个厂迁到那边去，不过时间也都在变化，情势也在变化，所以现在啊，我觉得这是个重要事情，我们还有时间啊，现在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只要大家一起努力的话，把那个专区的地点把它找出来。Yeah. 那但是很多地方要克服的。这个迁村啊，这些事情啊，都是很大的挑战呐、啊。我们希望能够一步一步往前走。重点是台湾不能够没有石化产业。没错啊，我就是要听你这句话。我们不能没有石化产业，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工业也好，或者是它的你们现在所提的高质化啊，这个产出这几兆的这个产业啊，是啊，所以我们应该有一个完整的规划，就让它做转型转移。现在 GDP 一再的下降，降到要负的，跟高雄炼油厂停止运转，跟国光石化外移有没有关系？整个经济的事情都是息息相关了哈。啊、那现在这个石化产品的出口啊，按照我们统计看起来，今年它大概衰退20%-30%。那一个理由呢，就是它的价格在降低了啊、嗯，这也是它的一个理由啦。第二个，我们自己石化产业啊，能不能继续维持哈、啊？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啊。嗯、不过我就想在这边呢、啊，我很同意您的说法，我们这个石化产业一定要想办法把高质化的部分要留在台湾。嗯，那个董事长是现在啊，我刚刚提了一个事情，说你们现在对出口啊一直在减少减量，是事实吗？说外传说你们减了30%-70%的外销量、哎、对，报告委员，中油公司啊一向是尽量能够量产，但是我们的目标是供应国内业，就是有关能源石化产业的充分需求，这是我们第一个目标。那如果有剩余，我们就可以做一个调节性的外销，不是以外销为主要的目的。那么至于说你的外销金额减少等等，今年很大的因素是由于油价低迷，所以转成这些不管是石化或是油品的话，这个价格整个总值会下降的。是你们现在的炼制量啊，也只有65%前后左右嘛，对不对？并没有满载嘛。对，一般来讲，这个炼制量不会到满载，我们都是保持有一些空间余裕。那么，因为今年的这种厂房税休比较多，都列了比较长的厂房的税休年度税休的时间，所以这一些税休的月份，它就会影响到我们的产出。如果按照你这个思维的话，我会这样子解读，你就是怕这个出口啊不会有什么盈余，反正搞不好还会亏，所以你们尽量减产啊，这个出口也一直减量。我报告委员不会的，因为我们这个量产如果能够拉到最高，我们一定会拉。如果不会的话，现在国内的市场是稳定的嘛，每天大概需要多少的油量都很稳定的嘛，你何不，因为你现在如果再不加强出口啊，再帮一下 GDP 是、哦、我们会尽力帮一下 GDP，包括我们会尽力。那么由于今年是上几前两个月都税休很频繁，所以造成出这个产量的减少，我们会税休什么时候会好，税休结束之后，税休什么时候会好，按照你的说法下个月就会好了。所以下个月可以下月4号强化那个出口的部分吗？对，我们会来强化整个这种产能。你要帮台湾的整体经济着想，对不对？是的，如果你出口还是有盈余，你就扩张嘛，扩张出口嘛，是国内的需求是稳定的固定的啦，是哦，你多做你多卖嘛，是对不对？这样对部长也有帮忙啊，我们会努力，谢谢委员。好，有请陈明文陈委员。主席，我们请部长还有我们中友的，有请邓部长啊，以及我们中友董事长，林董事长，董事长，陈远利后，部长，是啊，这个我们的这最近的油价大跌，那我们中油的这个营收会不会锐减？营收一定会锐减，根据油价公式去做调整，我们的营收一定会嘛，营收金额会下降。
去年我们的国际油价是从一桶107块降到剩下44块嘛，是没有错吧，齁，是。那我们103年的中油的营收还有 1.2 兆耶，没有错吧，齁，是。那昨天的国际油价的报价是多少？好像到42块41块的。42块9啦齁，齁，哦，42块 9. 那这样子的话大概就是跟去年的低点是差不多了，44块嘛，是不是这样子？是。那如果是这样子呢，那我们今年就是104年的营收预估是多少？8600亿吧，对，我们左右嘛。对。这样算下来 ,104 年的中油的营收比103年少了将近 30%、哦。是。没有错吧？是。那这样子的话今年就是104年还有盈余吗？盈余比较困难，比较困难，啊，因为我们那个目标值并没有调整，但是今年度看这种油价终于要达到这个目标值是有困难。也就是说 ,104 年今年是不可能有盈余了，哈，没错吧，你的意思是这样的吧？到目前还有一些盈余，但是由于最近油价又跌得特别的凶，所以不晓得到下个月的结果会不会保持一些正的盈余。那现在根据中油的输出国的这些这个组织的官员呢，齁，他们在预测明年的我们的油价每桶还会继续再跌，甚至会跌到20块钱，有没有这回事？高盛的讲法一向是比较悲观的，那么他事实上我们的看法是不会有到20几块的这种情况。20块是也就是说是比现在42块9是夭折嘛，齁，就再跌 50% 嘛，齁，是。这样子，如果是这个预测是准确的话，那我们105年的这个营收就会更困难啦，啊，是不是这样子？我们的营收一向是随着油价在波动的。如果是这样子的哈，就是说我们这样换算嘛哈，就是讲100控4年、100控3年，咱的油价是腰斩嘛，所以咱的中油的营收减三成嘛。哦，啊，那安尼个圣都邓啊，你100控5年，你起码安尼已经中有我们的这个预算书预估我们这个营业的总收入跟104年差不多，这样准确吗？可能如果看油价的走势，啊，如果你现在的这本预算书，我看起来就你说大概是8600多万左右，那我们的总输出也是8500多万。那如果是我们的国际油价是降了 50%, 如果以现在103年跟104年换算出去的话，那你这本预算书都是变价呢。所以我们在如果油价的走势变化的太大，我们可能还要请立法院在修正的时候再往下调整，跟今年一样。部长，中油的这个预算书他预计啦齁，他预计中油每桶啊齁，这里他每桶的这个油价是用70块来计算哦，用70块一趟70块偏累啦，起码一趟好济，40几块，对吧？啊，那每年一趟好济，那要预测是存20块呢？啊，你那那变70块，你嘛甲我讲者，你有我听者，这是什么意思？那个鲍委，你我已经编预算较早编的嘛，哈，哦，我这去年预算啦，我唔知道。但是编的时候，但嘛无遐离谱。去年，咱的去年就存44块呢，一趟44块呢。哦，今年存43块呢，啊，有可能佫落到20块。你即摆预算讲变70块，啊，这是安尼是什么意思？你嘛甲我讲者，你我听者。编的是无唔对啦，啊，但是即摆当然情形在改变。杜家当署长我们在提供，可能哈，再这样发展下去，我们可能需要再跟大院呐，啊，来商量看怎么样来调整。不是啦，不是啦，这个部长这时候没有错。这安尼，你都无猜，你咧做部长啊？起码中有个问题，我今天做立法委员，我给他主政开。今天肯定部长李荣，你现在不是帮他圆？你一定要很清楚。我要主要是要提醒你，要告诉你，每桶我们的原油价钱是42.9。对，哦。对，如果我们不要讲说20块啦，会跌到的时候，你说不可能会跌到20块啦，那万一如果跌到30块呢？那我们现在编70块的这个一桶，那你觉不觉得很离谱？你会觉得很离谱，而且这个油价又不是今天才跌下来了，齁，哦，已经除夕，那你看整个国际的一个情势，
好、哦，尤其伊斯兰教国现在的这种倾销售的啊，对哦，因安尼算算的，因即马一个月做安尼卖油大销，敢知啊？我想你比我们更清楚啊。现在他们现在伊斯兰这个，他一天呐、啊，每天呐、啊，从叙利亚的这个油田抽起了3万桶原油，从伊拉克抽起1万至2万桶的原油，那每桶是10块钱到30块钱，这样子在倾销，所以一定是剩咧贱卖呢。那我们看起来整个国际的情势，大概整个这个原油价钱是一直会再继续在持续在跌哦，好、哦、持续在跌。这个不是我们自己讲的哦，这是他们的这个石油国家的这些官员自己在预估哦。那我们的这个我们的中油的预算竟然是白做笑，你敢讲一趟70块？哎，这还没算运费哦，你不觉得很离谱吗？啊，那个你不觉得很离谱吗？鲍委员，我觉得你的数字都很正确哈。而且现在你看国际上的这个评论啊，他们也预期的价格啊可能还在往下走嘛，还有伊朗的油也要出来了嘛，好，那所以这些因素，但是呢我想跟您报告的就是这个预算是在去年三月的时候编的，去年三月就开始，因为这个预算程序比较长一点，那三月那个时候我希望齁、哦、你不要这里搞回刚才中油跳刚来刚才故意的这样子，他没有故意，他那个时候就是70块。部长有没有故意不知道哈、哦，但是现在我们看到预算书的数字是这样子哈、哦，那现在的实际价钱是这样子，对，啊、哦，而且是会持续在编。那如果说你去年的三月编预算，对，你没有办法，你若讲中油是一间哈、哦、国营的一个企业的一个公司，你若无落去掌握哈、哦、这个资讯，啊，你这个预算编安呢，这嘛太过离谱。啊！你拢都啊！你拢食饭的啊，对不？董事长，这敢不是你？哎，敢无想过离谱？你无落去讲啊，讲啊，到底油价差不多是安怎出什么计数？对不？20块的计数，你甲变70块，啊！你有买70块过无？有没有买过？去年有没有买？我当时的价格是有买哦，但是买到七十块。由于他这个买到70块，下半年一直在跌，有买到70块吗？也知道下半年一直跌，有买到70块吗？有吗？有吗？你拿给我看看，你的资料拿给我看看。这个部分我们可以跟委员你编70块，你就是预计会油价会再涨，因为编制的时候都是根据当时的行情跟一般的推估，但是去年下半年的油价下跌，大概很多部长很多人预估不到的。离谱，我不知道你们要怎么处理，但今天我提出来了，你们要做一个妥善的一个处置，而且要很迅速的要回应社会大众。另外我要问你啦，啊，董事长，你中油公司说11月1号就要宣布天然气的这个价钱平均要调降 4.71%, 没有错吧？是的。是不是？这个月调整比较大。没有错嘛齁、哦。但是为什么你的家用的这个液化的一个石油气是每公斤又要调涨到 1.77 块钱，为什么？对，因为啊液化石油气的价格跟天然气是两个不同的市场，尤其液化石油气很容易在缩动以后它价格会调涨。液化石油气是要提炼原油的时候生产出来的嘛？是，没有错吧？那既然我们原油的价钱在降了，你提的技术应该是会越来越好。那为什么我们的桶装瓦斯，我们的这些钱会季节上升，这是什么道理？你马给他公解。对，这个季节性的因素，每年到了冬天都是 CP 都是往上涨的，就是不是去合约价格。保定，你这是民生的民生的用的这个桶装汽油，桶装那个加速啦。啊，你讲原油在落价，啊，你加速在起价，啊，这社会敢会通？啊，你这边是在讲啥呢？啊？你这是在讲啥？你马甲讲者，让社会咱接受的话。这个价格的结构，你一趟啊咧，你起码你一趟七20公斤了，这升到4块呢，离谱吧？有没有太离谱？部长有没有太离谱？
有没有代理义务嘛？对，我想跟委员报告啊，这个石油气的价格公司也是很确定的，那个是根据合约价，就是我们向阿拉伯进口的这个价格，它每个月都有公开的资料，这个并不是中油能够掌控的。这一点我想如果了解这个结构的话， 你说 GAS 统方气油 GAS 你说你没有办法掌控的，你说你没有办法掌控，你还会跟人家调账，你说没有办法掌控，对不对？你怎么没有办法掌控？你这个意外，这个天然气的价钱你可以调降，你为什么要掌控？气都弄你的，对，我们在下季的时候、啊、没有办法掌控。那个石油气也降过好多次啊，报告委员啊，因为它是真的是根据它的季节跟它的价格。我知道你的油价也是浮动的啦。对。那我今天要告诉你的是说，你明明油价是在跌，这个桶装高速的这些产生是在提炼过程中我们把它提炼出来的。你说你提炼出来的技术是会越来越好。你说你这个高速你必须要涨价。你实在是莫名其妙，你怎么面对社会大众啊？因为液化石油气的供给的国家相当有限。供给没通。原油什么时候要降？是全球什么时候要降？这两个不是。部长，那你回应一下。这样的话公安有利我啦。啊，没当没当时没录啦，这个没道理嘛，无道理嘛，哎，你即摆你嘛告诉上去起偌济，敢知影？起个怎起偌济，敢知影？你敢知影啦？伊几个伫落啦？我厝诶无用迄啰加速烫啦，我南部都拢要用加速烫啊，恁台北可能没用加速烫啊，天龙国嘛，已经自由化嘛，已经自由化了，它这个市场已经自由化了。所以我们这边自由不自由，你的天然老师你在涨价就不对啦，什么时候可以降？什么时候可以降？这我不法度，这要看市场，这个已经自由化，啊、你我就不干预。董事长，对了，中油公司一向是按照我们的机制在走，所以这个部分呢、啊这个、是按照、这个、我只是提醒你，如果你要再降，就涉及补贴的问题。重点你不降也可以嘛，哈，我想这一段期间，而且如果是说，我是告诉你哈。国民党政府永远是站在齁、哦、人民的对立面啦、啊、齁、哦、近期礼拜你有点无去袂使啊齁啊像即嘛你讲加速讲即啰啊呢油价咧落价你加速咧起价对吼我感觉讲啊你中油你即来谈啦我看你后一路一趟完油人都落尾二十块你讲爱偏七十块共买部长这敢会通我想啊，这个陈委员所提的，就是市场机制是你中油在操纵的。好，什么叫做中？什么叫做市场机制？好，我想这个是人民哈最在意的事情哈。好，我们有请，许天才许委员。啊，谢谢主席，请教部长。有请邓部长。啊，徐委员你好。啊，部长啊，你的属下都很赞佩你的观念啊，好、哦，所以我今天就台湾经济发展的这个当下哈、啊、重要的一些观念哈、啊，啊，跟你交换一点意见呢、啊。好、啊，马凯教授说台湾经济会崩溃，你们有没有专人去研究，或是请教他，他所谓的崩溃论是基于什么？好、哦，那。如果有这样的危机的话，或说已经形成趋势的话，那是不是要设法这个解除加以这个反转呢、啊？啊、哦，第一个观念问题来，还是他说说的？现在网络流传呢，会影响社会的心理，会影响很多人对台湾经济的未来的哈、哦、这个期待或是信心呢？对这个包委员，我的看法是这样子，看我们怎么做了哈、啊。重点看我们怎么做。不是，我现在不是跟你讨论一般泛泛之词、嗯。对，具体的人，马凯教授，具体的话，好、啊，他说台湾经济崩溃论，好、啊，然后具体的事实，现在网络广为流传，包括谢金河哈、啊、董事长，好、啊，这个他在台中演讲。引述他的话，好、哦，
然后他更具体的说，台湾的产业是准备被并购、被并吞，好、哦，他是这样讲啊。他说除了台积电还勉强，好、哦，没有这个危机以外，其他的通通有这个危机，好、哦，那这个你怎么讲？我想没有这么严重，马凯教授，我们也常常有机会啊，哈，跟他请教事情，嗯、我们也常常请他来哈、啊，跟他讨教这个他对于这些经济的看法。什么叫崩溃？有没有定义？你知道吗？我他那篇文章我倒是没有，我可能这一段时间不在台。什么叫危机？有定义你知道吗 ？Crisis 的定义是什么？崩溃，我想这个是很严重的字眼了，哈、啊，这是很严重的字眼，我想。不会发生在台湾的经济上面。危机啊、嗯、就是系统失衡。失衡重新恢复到均衡，危机就会解除。好、哦。这个台湾好、哦、这个民间的啊人民的所得跟政府的课税失衡，财政问题出来。好、哦、这个政府的支出跟政府的收入失衡。好、哦、支出的来源支出的这个去向。收入的来源结果这个失衡，所以危机就是出自系统的失衡叫危机。好，危机为什么会变成转机？因为它进行系统的调整跟改造。好，但是崩溃我这不一样哦，崩溃不是危机而已哦，而是不可逆转的。好，在一既知的条件之下，危机是不能解除的，就是崩溃哦。那严重的话就是亡国灭种哦，我不认为有这么，哦、我不认为。当然了，我现在不是说赞同的话。当然，既然以他那么有地位的，哦、有公信力的，有专业，哈、哦，这个社会认同度的，有学术地位的人说出崩溃论，这不是玩笑的事情，不是玩笑的事情。好、哦，这一点呢、啊，第二个，台湾经济继续这样下去，政府照样这样下去，好、哦。我看危机重重，不要说崩溃哦，危机重重。好，现在来谈再生水资源，这不是这慢慢的在水资源变成更稀有，好、哦，没办法从自由财变成这个这个非自由财的过程当中，进一步的变成相对甚至绝对稀有的时候，你就是要靠人工的。这一个处理人工的这个生产，那人工的生产有很多方式啊，是成本问题，现在已经不是技术问题，好、哦，现在已经不是技术问题，包括太阳能也不是技术问题，是成本问题，对不对？好、哦，所以这些都是可以透过本身的这个经济结构，好、哦、相关的诸多因素的一个调整，好、哦、来处理的。像以色列缺水。但是以色列的沙漠竟然可以输出水果，输出蔬菜，那照我们这样一般的观念来讲，以色列怎么可能呢？好、哦，以色列人是神吗？不是啊，以色列人哦也不比台湾人聪明啊。好、哦，那为什么台湾不行呢？为什么以色列行呢？好，现在把台湾当成沙漠来处理看看，那我们怎么处理？你用多少时间变成这样子？那我们用多少时间又恶化成这样子？哦，这是一个观念嘛，所以现在再生水资源，这个一定要让地方政府做主。你中央在主导这一套，中央主导水利，中央主导水资源，必定失败，必定失败。嗨，我没有责任啊，我就伸手啊，我缺水你就跟我负责啊，但是我自己不负责成本，也不负责好、哦、行政，所以嘿，缺水的话骂中央。那中央呢就是找钱，那财政部说没有钱，那你就耽搁了。哦，这不对的啊，这不对的啊。但是你也不能说一下子啊里面交给你地方，通通地方处理，也不能这样子啊。所以这个时候你既然要立法，那制度的设计，哦，办法的这个规范，你游戏规则的定，这个时候如何让它真正的制度可以永续啊。哦，制度不能永续，你这种必须依赖人工作为的这些好、哦、事项呢，就没办法产生具体效果，当然也不能不永续。好、哦，为什么再生水资源不能水在自然循环啊？没有这个缺水的问题啊？
哦，那现在为什么变成有缺水的问题？因为我们破坏的比利用的还多啊。那你这个破坏的部分，你如何把它止血？不要再破坏下去了，不要再污染下去了。哦，以前河川可以用，池塘可以用，现在河川池塘连洗脚的人都不敢洗啊。好，哦，那你破坏那么多，哦，太多这个问题啊，这个全面调整，台湾必须再生啊。台湾是亡命之，哦，之关键啊，亡命啊，那命也不去啊，所以要再生啊，台湾要重新塑造自己的生命。哦，所以2012年，哦，不是改革年而已啊，是台湾再生年啊，哦，再生啊，旅人的类型啊，哦，那这个时候你水资源既然要立法，想一想，哦，荷兰做到什么地步呢？雨水都是经过处理的，要放流连雨水都经过处理再放流啊，何况污水呢？哦，这个三河市圣何西啊，矽谷啊，哦，它的水是百分之百处理的，新加坡也是百分之百处理的，新加坡把新加坡河变成水库啊，哦，把新加坡河变成水库啊，哦，那如果台湾你要整治一条河，真正缺水了，整治一条河，不要在上面做水库，把整条河变成水库，可以吗？啊，技术上也可行啊，新加坡就做到了，尤其城市地区，哦，就做到了。所以你的观念要去调整。那这个在财政哦财务的这个调度上面，如果我五年祝福不了，我必须五十年摊底的话，那你用金融手段呢，啊，发行五十年债券呢，啊，好，哦，只要你总回总收益跟总成本最后是平衡，甚至是有盈余的，那你这五十年就可以挤债。但是挤债不要变成浪费，变成说这个债权债务的当事人的责任，好，哦，前者呢不平衡啊，好，哦，好，你挤债我享用，好，哦，你变成债务人，但是我在享用，那这对吗？所以这些都要调整。还有南北的这个问题，房地产哦，中南部的房地产不能让它上，台北市房地产要变要涨要跌，台北市的问题。但是台湾已经变成两个世界了，中南部的房地产不能再涨，但是中南部的房地产要让它繁荣，量值要提高，价要稳定下来，不然台湾一定完蛋。好，哦，你再这样下去，连这个高龄化，好，哦，少子化，那接着下来呢，出走化。哦，连青壮年都跑出去了，哦，你看我们的这个青少年的这个就业率世界最低的啊，那他们培养自己的技能吗？以后变成高级人才吗？不是吧，闲置吧，浪费嘛，蹉跎嘛，哦，所以台湾要调整的太多，政府要做的事情太多，绝对没有像现在做的那么轻松的，三个人就好了，其他都回去做事啊，因为大家都很忙才对啊，哦，对不对？那你那里要执行应该是电脑啊，在桌面上啊，哦，哪一块变成一按幕僚一按就出来了，对不对？现在没办法答复，等一下答复你。那立法院呢，可以再询答，哦，可以再发言再询答，把问题真正解决，大家满意，今天会才结束，但不要乱开会，这样才对啊，这样才对啊。早期民进党少数的时候，为什么那种威力？因为社会支持，哦，那国民党也希望说，哎，能够改进，所以对专业，哦，对真正解决问题的这一个做啊，这个等等的执行作为都很重视，不会应付。那现在都应付了，啊，所以啊，这个观念价值哈，啊，还有这个高雄啊，好，啊，这一块地啊，照你现在这样的规划是不行的，又完了，又要工业区干什么？又完了，台湾缺工业区吗？台湾缺工业区的这个再生，好，啊，再利用。台湾不缺总面工业总面积，工业区的总面积啊，再重新调配啊。所以观念上，你在经济部总资源的掌控，哦，你要规划一个新方向，或者新方向重新布局，然后看看哦，看看世界。如果台湾的这个大型建设没办法说像101那一种所谓世界地标型的，台湾完蛋了。要满足现在人的这个时候都是福利嘛，哦，你现在盖一个主席官黑的啥子标了哈，你再盖一个大巨蛋。是经济还是福利？当然是福利啊，少数人在用啊，平常闲着啊，那是用的人的福利啊，但对台北市的经济有发展帮助吗？你看经济跟福利搞清楚，经济可以是福利，但是福利如果跟经济违背的时候，那种福利的，哦，样态，福利的作为，哦，应该有所
这个检讨跟调整，好、哦，那最后当然是总福利是提高的，应该这样的一个经济思维吧。时间关系啊，现在不要墨守成规啊，该还给国有财产署的，好、啊，财政部的这个国有财产署啊，也要重新调整啊，应该企业家来当那个主管啊，不是行政的当主管的、啊。好、哦，太多太多，台湾重新让它变成一个有经济治理的国家，因为我们已经荒废了20年以上，不懂什么叫经济治理的，真的是这样，严格讲就是这样，好、哦，没有错吧？你认同吗？不，也有贡献啦。我到今天，不过您说的很多东西是我觉得值得我们大家一起来。时间的问题啦，哈、哦，谢谢。我希望我无操劳心哦，来搭吹过。这有水准的吹过嘛？迄无水准的吹过，无路用的吹过，浪费大家做完个时间啊！哈、哦，台湾怎么会没有救呢？弄成这个崩溃论出来了，这个严重哦，哎，不能这个小，不能这个不小心啊！好，谢谢。好，我们接下来李同豪李委员不在，邱文燕邱委员不在，赖正章赖委员不在，张敬忠委员不在，游美女游委员。主席还有在场的委员以及说列席的政府官员，大家早安，大家好。主席，我是可以请我们的邓部长啊，有请邓部长，还有中友林董事长啊，有请中友林董事长，还有高雄市政府啊，有请副局长，高雄市政府游副局长啊，游委员你好，部长好，游委员好，好，董事长好啊，还有局长好。首先我先请教一下哈，我们的这个高雄市政府哈，这个游副局长，你们高雄市政府是不是有颁布一个高雄市道路挖掘管理自治条例？有吗？哈，那依照你们这个高雄这个市的道路挖掘管理自治条例里面有规定说，这个第29条，它里面有规定说，管线机构应该要确保所埋设的管线跟它相关的设施不影响道路的安全。那管线机构应该拟定年度的检测维护管理计划，并且应该要依该计划订定检测记录表。那于年度开始前2个月内报请主管机关备查，是不是？那所以呢，这个、管线机构那30条规定说，管线机构应该在每年5月底到11月底之前，分别以前条的第二项锁定的检测记录表，对所埋设的管线跟其相关设施实施一次以上的检测，并应该检测后30日内将检测结果报请主管机关备查。那请问呢，就说在这一次的高雄的气爆事件，那最主要的就是李长荣的那一条管线嘛，这个8寸的那一条。管线，然后因为就是被这个所谓的箱涵包覆，所以呢造成它这个没有办法，就是造成这个整个气爆。那这个依照你们这个所谓的道路挖掘管理自治条例呢，等于是说每一年必须要就是有这个管线呢，它就必须要去报嘛，对不对？那由这个所谓的这个管线的这个机构哈去报。那请问呢，就是李长荣在这就说他们是。这三条管线呢，其实是在民国80年就建了嘛，对不对？然后李长荣呢，他是在这个83年的时候才83年完工，那移转给福具。然后李长荣是到95年的时候才有福具再把移转给他。那请问去报这个所谓的管线机构是李长荣，还是当初因为当初是由中油公司所建的所埋设的？那所以呢，报的是应该中油公司，还是应该要李长荣公司？是，应该是由中油公司来报，因为是中油公司，中油公司以他的名义用长途油管更换的名义来埋设这三条管线的，所以是他说要更换名义，然后埋设这三条管线，所以呢报这个就表示说这个管线的维修的责任在他们嘛，对不对？对，在中油，这是公法上的义务，公法上的义务就是说，你今天来报说我要埋这个管线，所以不管将来管线你移转给谁去用，或是移转所有权，反正当初是你埋设的，你最清楚，所以你应该负责维修，是这样吗？还是不是？是这样，就是说法律的规定就是说，你基本上你如果要去埋设管线的话，你本身就是要负维护管理的责任。那你如果有移转，
有移转为其他，比如石油业来做使用，你就应该要完成告知高雄市政府的程序。但是他们没有完成这个程序，他没有完成这个程序，所以呢，就是说到了我们看这个。你们啊，这个这里有一份呢，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炼制事业高雄炼油厂哈，它的这个所谓103年度长途管线检测维护管理计划，我们中油这个董事长哈，是我们的林董事长哈，这一份是你们所提出来的吧？这个部分是否我可以请我们储运处的陈处长来跟委员做汇报？好，陈处长。这份是不是你们提出来的？是。那个 PowerPoint。你这没有 ?OK。就是你们有提出一个103年度长途管线检测维护管理计划。对。然后 是不是你们提出来的？ 是。对。没错。所以为什么你们会提出这个？这个是依据法令，就是石油管理法。还有另外我们还有提天然气的。好，依照石油管理法，还有刚刚所讲的这个高雄市政府高雄市道路挖掘管理自治条例，就是说你们是属于这个管线机构，所以你们必须要每一年要提出这样一个计划嘛，对不对？是的。所以呢，你们提出这个计划就表示说这个管线的检测维修是你们的责任嘛，对不对？不然你就不会去提出这个计划嘛。中油的资产就是中油负责，如果不是中油的资产，中油就不负责了。那你的意思是说，当初这三条管线，我们就今天这个 PowerPoint 上面的，也就是说今天气爆所发生，其实是三条管线在那里嘛，一条你们中油的，一条这个中石化，一条是后来移转给这个李长荣的嘛，对不对？ 是。那但是呢，刚刚这个高雄市政府讲说李长荣并没有去报嘛，都是，而且在你们这计划书里面，你们是把这三条管线都涵盖在里面哦。所以呢，等于是说这三条管线，因为当初在民国76年的时候呢，是由你们去函报给经济部，然后呢经过行政院通过，然后呢到了这个我们也送给立法院备查的。所以呢当初呢就是说从76年你们说你们为了运输这个这个从这个所谓的这个什么称就你们要运输你们这些的管线，所以你们去定了哈，就是要制定，就是说埋设这三条管线嘛。那现在所以这三条管线到了103年，好，就是气爆发生的那一年，你们仍然那个就是说所谓的检测维修的维护管理的计划里面，你们仍然是把这三条都列在里面哦，因为这是你们的这个计划书里面。报告委员，103年我们报的只有我们中油的那根8寸的乙烯管。另外两根中石化跟李长荣的我们并没有报在里头，因为我们并没有实际去检测，我们真正检测的是我们那根8寸管而已。你们这上面都有这些的图表啊。对，那个是我们检测的结果，我们会附在上面。对啊，那你们检测当然是你们三个检测啊，对不对？因为你上面所画的这一块就三个管线都在里面啊。对，那个是施工图的时候，因为民国76年的时候我们中油是代为施工，施工完了以后呢，我们就把管线就转移了，就直接转移。那我问你，你转移你需不需要报这个所谓的主管机关？要不要报高雄市政府？当时的法令并没有这样规定。当时法令没有这样规定，是。所以你的意思是说，那你们当初移转的时候有没有告诉李长荣说，将来这个管测的这个管线的这个检测跟维护管理是你的责任？我们有跟他讲，因为我们包括那个一些保留的这个来往的信函都有提到，那个转移的记录里面都有提到，当初李长荣的那个时候是福聚公司，我们是转给福聚公司，后来福聚公司他被李长荣所并购。但事实上你们就说到了103年，你们仍然是由你们中油去委托经贸公司来进行这个管监测的啊。应该是这样讲，就是说那根管线我们中油是委托经贸公司来做管理，那李长荣也是找这家公司来做管理，是同一家公司做那个检测。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好，当初是你们埋设的管线，然后呢后来转了几手给别人，那别人他有没有去维修你们完全不管，跟你们完全没责任，是这样子吗？但是你们这里事实上你们呢在这个所谓的检测报告里面，事实上又都是那三条管线，所以在这里今天出事了，你们说跟你们完全无关。应该是讲，我跟委员报告，那三管线因为它是埋在一起，没有错啊，是，所以它对不对？所以他们就是委托你们，就说
等于是这三家公司，当然我不晓得中石化是不是，因为中石化事实上也是你们下游厂商，对不对？你们的关系企业，所以在这里就是说，事实上等于是所有的管线就是用这一份报告。来，我们请问一下那个高雄市政府，啊，这二十三年来，对不对？你们这个报告就只有中油公司的报告嘛，对不对？对，这个部分就有中油公司的。那李长荣从来没有报告过，以前福聚公司有没有报告过？没有，也都没有嘛，是，对不对？那今天出事了，好，今天是因为他的维修，那这维修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说香海把它包覆住嘛，是，对不对？那香海包覆住，当然是你们高雄市政府这也被检察官起诉了，就说，哎，你们这个应该要注意，没有去注意，对不对？应该有这个有所隔离，而且不能够让它悬空。好，那在这里就是说，既然是每一年都必须要有这所谓的维修管这个维护的检测维护的这个的义务嘛，那既然发现说它是悬空，没有办法这啊就是保护它，所以那造成这个湿气的侵蚀，以致造成它腐蚀，那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中油都没事吗？来，我们的这个经济部长，今天发生这么重大的事情。我们经济部当然监察院也纠正嘛，对不对？你经济部疏于这所谓的监督嘛，当然他监督是说啊，在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们那个紧急应变的这个部分，你们有所疏失。可是对于这个管线的这个部分，这里还牵涉到的就是说，当初你们报和送到立法院的是说要输油用的，并不是要输所谓的这个啊丙烯用的。那丙烯是气体，跟油是液体是不一样的，它们的燃点也不一样。所以呢，今天你爆核的是一条就是送油的这个管线，到后来它不是在送油，而是在送气体的丙烯，乙丙烯的时候，那这个部分中油也没跟市政府讲，你们在这个所谓的管线检测的里面呢，年年报检测，然后呢没有发现说香，因为香海已经把它包住了，而且说实在的，在80年的时候在建的时候，因为那个管线也是80年建的，对不对？你们香海也是80年建的，而且前面都有开过协调会议，说这两个之间要把它区隔，而且不能够把它包覆。可是后来被包覆了，竟然都大家都不吭声，然后呢每一年都检测报告出来，然后呢也都没有人，好像大家都事不关己。那现在事情发生了，死了这么多的人。那当然我们看到说好，是政府李长荣他们也都负起他们该负的责任。可是我们看到中友屁股拍拍说跟我没有关系。是这样子吗？那个鲍委员，我想这个因为这些法律的责任的归属哈，我当然尊重这个司法单位的一个决定啦哈。当然，监察院有监察院的意见，我们也都虚心接纳嘛，哈。所以您讲的这些事情呢、啊，就我这边来处理这个事情的观点，就是我看司法单位怎么样来决定法律责任，该中油承担的这个责任呢、啊，我想我一定会要求他们来承担了、啊，这个没有问题呢。好，那部长，你知道说我们有所谓的石油管理法嘛，对不对？对。那石油管理法这次就发生说，哎，那这个所谓的丙乙烯的这个丙烯的这个部分，到底有没有在石油管理法里面？当然，在学界有争论嘛，对不对？一派说，哎，这个、石油管理法只是管石油嘛，这个丙烯已经是变成气体的，所以它不在石油管理法。可是如果说好照这样子用说所谓的否定说的话，那这样子我们这些丙烯的这些更严重、更危险的东西，变成没有法可以管。那你觉得这样合理吗？现在这个补救，当然看看那个工厂管理法哈，这个地下管线的部分，我们能不能有更好的法律去规范它了哈。那现在既然发生这个争议，我们用其他的方法来弥补地下管线输气的会造成危险的，一定要好好去管理它。我们先把那个法制健全起来嘛。好，那已经经过一年多了，你们健全，你们现在健全到什么这样的程度？我们可能还在跟高雄市政府多做协调，还在那里，还在那里口水战嘛，对不对？还在互相推责任嘛。我们希望不要有这样子事情发生啦，哈，快一点把那个意见形成以后啊，我们让他把这个法治一定要健全，这个东西才能够。所以第一个要先确定，就是说你们自己要先确定说，到底这丙烯算不算在你们石油管理法里面嘛？那如果不算在石油管理法里面，赶快去定一个这种相关的这种气体的这种管理法嘛，对不对？我们对最更危险的东西反而是无法可管。那我想这个应该也是经济部的责任吧。
我们要跟市政府协调啦，对不对？你们要去协调，应该要去把这个法定出来嘛。那另外呢，就是说，好，陈汝刚刚这个啊、我们看到中友说，哎，这我已经移转给这个李长荣了。那你们是移转给这个所谓的福聚，福聚再移转给李长荣。那请你们把这些所有的当初你们建造新建的过程、新建的这些的所有的相关的资料，以及你们移转给福聚，那福聚移转给长荣的李长荣的这些所有的文件资料。给我们，让我们来看看说，好，这个管线到底应该归谁去管理维修？因为你们每一年去跟市政府报的是你们中友公司去报的，结果中友公司说，哎，我这三条线来，对我刚刚关几条，剩那两条不是我们家的事情，对不对？那现在出事了，大家都推得干干净净，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的就是说，好，这个管线出问题的这个管线。到底是谁应该负起责任？到底是谁在负责维修管理的？我想这才是冤有头债有主嘛。所以我们请你们把这相关的资料哈、哦，在这个一周内把这相关资料提供给我们，是不是可以提供到这个经济委员会给本席？好、哦，好，是谢谢可以。那个我们一周之内会提供你。OK， 好，谢谢。好，我想游委员呢是说出我们高雄市民的心声了。气爆后到一年了，然后丙烯的管理主管单位，什么叫管理法？你要纳入这个工厂管理辅导机制也行，你要另外再另立新法也行。问题就是没有人要担起谁是主管单位，而且全国都有这样子的管线，也有丙烯的管线在流窜。这作为真的是对高雄市民、对台湾人民不负责任的不作为的中央政府。好。好，再来就是翁崇军，翁崇军，翁崇军，翁委员不在。好，登记发言委员除不在场者外，其余经已发言完毕，询答结束。委员叶金玲、杨琼英、高志鹏、张家俊、丁守中所提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告公报。书面质询和未及答复部分，含委员质询中要求提供之资料，请相关单位于一周内以书面答复，并付之本会。讨论事项所列两岸再生水资源发展条例草案，并案审查询答完毕，现在进行广泛讨论。广泛讨论没有人登记发言。那我们接着进行逐条讨论，逐条宣读完再进行协商，请宣读我们的今天的协商条文及临时停案。行政院提案法案名称再生水资源发展条例，委员陈明文委员等提案法案名称再生水资源发展条例。行政院提案第一条，为促进水资源永续利用，推动再生水资开发供给使用及管理事项，特制定本条例。委员陈明文等提案第一条，为促进水资源永续利用，推动再生水资开发供给使用及管理事项，特制定本条例。行政院提案第二条，本条例所称主管机关，在中央为经济部，在直辖市为直辖市政府，在县市为县市政府。委员提案第二条，本条例所称主管机关，在中央为经济部，在直辖市为直辖市政府，在县市为县市政府。第三条，行政院提案第三条，本条例用词定义如下：一、再生水，指废污水或流放水经处理后可再利用之水，依其处理水源不同，分为系统再生水及非系统再生水。二、系统再生水，指取自地下水道系统之废污水或流放水经处理后可再利用之水。三、非系统再生水，只取自未排入下水道系统之废污水或流放水经处理后再利用之水。四、再生水经营业，只依本条例许可新办系统再生水开发案，以下简称再生水开发案，提供系统再生水与他人使用者。五、区域水资源经理基本计划，指中央主管机关报请行政院核定之各区域水资源开发及经营管理计划。委员提案第三条，本条例用词定义如下：一、再生水，指废污水或流或放流水经处理后可再利用之水，依其处理水源不同，分为系统再生水及非系统再生水。二、系统再生水，指取自下水道系统之废污水或放流水经处理后可再利用之水。三、非系统再生水，
只取自未排入下水道系统之废污水或放流水经处理后可再利用之水，是再生水经营，只以本条例许可新办系统再生水开发案，以下简称再生水开发案，提供系统再生水于他人使用者。五、区域水资源经理基本计划，指中央主管机关报请行政院核定之各区域水资源开发及经营管理计划。行政院提案第四条，应提出用水计划之开发单位，其新办或变更开发行为位于区域水资源经理基本计划之水源供应短缺之余地区，以下简称水源供应短缺之余地区。一、应依中央主管机关核定之用水计划，使用一定比率之系统再生水，以核定用水计划之开发单位，其新办或变更开发行为于水源供应短缺之余地区，经查核其各年其实际用水情形与用水计划内容达差异达一定比例或一定规模者，应提出差异分析报告送中央主管机关审查，并依审查结果调整用水计划内容，使用一定比例之系统再生水。依前两项规定，应使用一定比例系统再生水者，如无下水到系统废污水、放流水，应依核定用水计划或差异分析报告审查结果，以非系统再生水或其他方式替代之。前三项开发单位使用再生水之适用范围、一定比例、一定规模、替代方式及其他应遵循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会商相关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定之。委员提案第四条，应提出用水计划之开发单位，其新办或变更开发行为位于区域水资源经理基本计划之水源供应短缺之余地区，以下简称水源供应短缺之余地区，应依中央主管机关核定之用水计划，使用一定比例之系统再生水，以核定用水计划之开发单位，其新办或变更开发行为于水源供应短缺之余地区，经查核其各年其实际用水情形与用水计划内容差异达一定比率或一定规模者，应提出差异分析报告送中央主管机关审查，并依审查结果调整用水计划内容，使用一定比率之系统再生水。依前两项规定，应使用一定比率系统再生水者，如无下水道废污水、放流水，应依核定用水计划或差异分析报告审查结果，以非系统再生水或其他方式替代之。前三项开发单位使用再生水之适用范围、一定比例、一定规模、替代方式及其他应遵循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会商相关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定之。行政院提案第五条，为促使系统再生水发展，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得无偿提供所辖公共下水道系统之污水或放流水与再生经营业，及一、第十一条第一项规定许可之取用者，并得收取为提供该水源所增加之建设、营运或其他必要费用。水源供应短缺之余地区之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应积极新办再生水开发案，或依前项规定提供污水或放流水，并得报请中央下水道主管机关优先核定办理该地区之公共下水道系统建设。委员提案第五条，为促进系统再生水发展，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于一定期间无偿提供所辖公共下水道系统之污水或放流水与再生经营业，应依第十一条第一项规定许可之取用者，但得取得为提供该水源所增加之建设、营运或其他必用费用，其收费应依计费准则之规定。水源供应短缺之余地区之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应积极新办再生水源开发案，或依前项规定提供污水或放流水，并得报请中央下水道主管机关优先核定办理该地区之公共下水道系统建设。第一项一定期间及计费准则，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行政院提案第六条，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依前条第二项规定，新办再生水开发案或自提再生水开发案之再生水，经中央主管机关同意纳入区域水源者，中央主管机关或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得补助其部分建设费用。前项补助建设费用之范围、补助比例、经费来源、审核程序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会同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定之。委员提案第六条，直辖市、
县市主管机关依前条第二项规定，新办再生水开发案或自提再生水开发案之再生水，经中央主管机关同意纳入区域水原者，中央主管机关或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得补助其部分建设费用。前项补助建设费用之范围、补助比例、经费来源、审查程序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会同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定之。第七条，行政院提案，再生水不得供做直接使用或食品业、药品业，其标的用水之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定有水之标准者，其供作该标的使用之再生水应符合该标准。委员提案第七条，再生水不得供作直接使用及食品业、药品业之用水，再生水之标准及其使用限制，由中央主管机关会同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公告之。行政院提案第八条，取自公共下水道废污水或放流水之再生水开发案，由管理该公共下水道系统之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办理下列事项：该下水道系统跨两直辖市县市以上者，由中央主管机关指定之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办理。一、再生水开发案及废污水或放流水使用之审查、许可、废止、变更；二、再生水开发案新建之以及营运之监督查核；三、再生水经营业之水质、水价核定。工业区、加工出口区、科学工业园区、农业科技园区、产业园区及其他经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设置之特定区域，以下简称特定园区，使用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所定办再生水开发案之再生水者，由该特定园区之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办理下列事项：一、区域内用水需求整合分配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协调；二、区内相关设施配置之审核，取自特定园区之专用水下水道废污水或放流水之再生水开发案，由该特定园区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办理前两项各款规定事项。委员提案第八条，取自公共下水道废污水或放流水之再生水开发案，由管理该公共下水道系统之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办理下列事项：该下水道系统跨两直辖市县市以上者，由中央主管机关指定之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办理之。一、再生水开发案及废污水或放流水使用之审查、许可、废止、变更；二、再生水开发案新建及营运之监督查核；三、再生水经营业之水价核定。工业区、加工出口区、科学工业园区、农业技科技园区、产业园区或其他经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设置之特定区域，以下简称特定园区，使用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所办再生水开发案之再生水者，由该特定园区之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办理下列事项：一、区域内用水需求整合分配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协调；二、区域内相关设施配置之审核，取自特定园区之专用下水道废污水或放流水之再生水开发案，由该特定园区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办理前两项各款规定事项。行政院提案第九条，再生水经营以公司组织为限，但政府机关得以经营方式运作之，申请筹设再生水经营业，除依前项规定以经营方式运用者外，应检具申请书、资本额证明文件，向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或特定园区目的事业主管机关申请筹设许可，取得许可后，使得办理公司设立或变更登记。再生水经营新办再生水开发案，应检具再生水新建营运计划书、公司证明等文件，向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或特定园区目的事业主管机关申请新建许可，并取得废污水或放流水使用许可后，使得施工中如有进度落后，应减负原因说明，报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或特定园区目的事业主管机关申请工期展延。再生水开发案于新建完成后，应报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或特定园区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检验查验，经查验合格，取得营运许可后，使得营运。经许可之再生水新建及营运计划书于施工中或完工后如有变更，应减负相关文件报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或特定园区目的事业主管机关许可，其变更涉及水质、水量、供水期间、供水区域或新办人者，应另加附变更计划。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或特定园区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将
前四项之许可文件报请中央主管机关备查，第二项至第五项规定之申请书、计划书相关文件各项许可与变更之程序条件、废污水或放流水使用之许可之展延、工期展延、审议规范、许可文件发给、查验项目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委员提案第九条，再生水经营以公司组织为限，但政府机关得以中央主管机关水资源相关基金方式运作之，申请筹设再生水经营业，除依前项规定以基金方式运作者外，应检具申请书资本额证明文件，向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或特定园区目的事业主管机关申请筹设许可，取得许可后，使得办理公司设立或变更登记。再生水经营新办再生水开发案，应检具再生水新建营运计划书、公司证明等文件，向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或特定园区目的事业主管机关申请新建许可，并取得废污水或放流水许用许可后，使得施工，施工中如有进度落后，应减负原因说明，报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或特定区园区目的事业主管机关申请工期展延。再生水开发案于新建完成后，应报请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或特定园区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查核，经查验合格，取得营运后，使得营运。经许可之再生水新建及营运计划书于施工中或完工后，如有变更，应减负相关文件报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或特定园区目的事业主管机关许可，其变更涉及水质、水量、供水期间、供水区域或新办人者，应另加附变更计划。第三项，废污水或放流水使用许可年限不得超过五年，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或特定园区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应将前四项之许可文件报请中央主管机关备查，前两项是第六项规定之申请书、申请计划书相关文件各项许可与变更之程序条件，废污水或流放水使用许可年限、工期展延、审议规范、许可文件发给、检验项目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第一项，水资源相关基金应依各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工业区、加工出口区、科学工业园区、农业科技园区、产业园区或特定园区分别设置专户，各专户并设置运用小组管理运用，专户运用小组成员由相关中央主管机关、用水地区地方主管机关、园区民营机关代表及社会公众人士组成，其设置要点由水资源相关基金管理委员会定之。行政院提案第十条，再生水经营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经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或特定园区目的事业主管机关通知限期改善而借其未改善者，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或特定园区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得废止其新建许可、废污水或放流水使用许可或营运许可，并令其恢复原状、停止营运或为适当处置。一、自取得新建许可之日起一年半内尚未新建、新建或持续停工半年、累计停工一年以上或施工进度严重落后，经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或特定园区目的事业主管机关认定显无法于期限内完成工程；二、未依许可之计划内容新建营运；三、未经许可将新建许可或营运许可转予他人。再生水开发案之新建营运，经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或特定园区目的事业主管机关认定影响下水道系统正常运作或损害公共利益情节重大者，得令再生水经营停止新建或营运之一部或全部，并为适当处置。委员提案第十条，再生水经营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经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或特定园区目的事业主管机关通知限期改善而借其未改善者，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或特定园区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得废止其新建许可、废污水或放流水使用许可或营运许可，并令其恢复原状、停止营运或为适当处置。一、自取得新建许可之日起一年半内尚未新建、新建后持续停工半年、累计停工一年以上或施工严重落后，经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或特定园区目的事业主管机关认定显无法于期限内完成工程；二、未依许可之计划内容新建营运；三、未经许可将新建许可或营运许可移转于他人。
再生水开发案之新建营运直经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或特定园区目的事业主管机关认定影响下水道系统正常运作或损害公共利益情节重大者，得令再生水经营业停止新建或营运至一部或全部，并为适当处置。行政提案第十一条，举至下水道系统一定水量之以上之废污水或放流水，供自行使用之再生水取用案，其取用人应检具再生水使用计划书，续明其取用水量、使用年限、取水构造物详细图样及说明，向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或特定园区目的事业主管机关申请废污水或放流水使用许可，变更时一同。取用案之取水构造物于完成新建后，应报请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或特定园区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查验，经查验合格后，使得取用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或特定园区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得核减取用水量或废止其使用许可，但经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或特定园区目的事业主管机关许可保留者不在此限：一、未依第一项许可之计划内容取用水量；二、预第一项许可之其程未开始时取用；三、停用半年以上。前三项规定之一定水量计划书、废污水或放流水使用许可程序、完工查验、减核减水量保留废止许可文件发给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委员提案第十一条，取至地下道系统一定水量以上之废污水或放流水，供自行使用之再生水取用案，其取用人应检具再生水使用计划书，续明取用水量、使用年限、取水构造物详细图样及说明，向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或特定园区目的事业主管机关申请废污水或放流水使用许可，变更时一同。前项废污水或放流水使用许可年限不得超过五年。取用案之取水构造物于完成新建后，应报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或特定园区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查验，经查验合格后，使得取用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或特定园区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得核减用取用水量或废止其使用许可，但经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或特定园区目的事业主管机关许可保留者不在此限：一、未依第一项许可之计划书内容取用水量；二、预第一项许用之程之其程未开始取用；三、停用半年以上。前四项规定之一定水量计划书、废污水或放流水使用许可程序、使用许可年限、完工查验、核减水量保留废止许可文件发给及相关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行政院提案第十二条，依第九条规定申请之再生水开发案及其前条第一项规定申请之取用案不得适用水利法、水利事业兴办相关规定。委员提案第十二条，依第九条规定申请之再生水开发案及依前条第一项规定申请之取用案，不适用水利法、水利事业兴办相关规定。行政院提案第十三条，再生水开发案取水构造物、水处理设施与供水设施之设计及建造，应由技师法锁定职业范围之相关科别技师办理签证，但政府机关或公营事业机构自行兴办者，得由该机关或机构内依法取得相关科别技师证书者办理。前项相关专业技师之科别由中央主管机关会商中央技师主管机关公告之，签证方式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委员提案第十三条，再生水开发案取水构造物、水处理设施与供水设施之设计及建造，应由技师法锁定职业范围之相关科别技师办理签证，但政府机关或公营事业自行兴办者，得由该机关或机构内依法取得相关科别技师证书者办理。前项相关专业技师之科别由中央主管机关会商中央技师主管机关公告之，签证方式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行政院提案第十四条，政府机关兴办之再生水开发案，其场站所需私有土地，应先与土地所有权人协议架构或以其他方式取得，协议不成或无法以其他方式取得者，得依法征收之。
前线开发案，管线需穿越私人土地至上空或地下，因与土地所有权人就需用之空间范围协议取得土地权，协议不成时得准用征收规定取得地上权。委员提案第十四条，政府机关新办之再生水开发案，其场站所需私有土地应先与土地所有权人协议架构或以其他方式取得，协议不成或无法以其他方式取得者，得依法征收之。前项开发案管线所需穿越私有土地之上空或地下，应与土地所有权人就需用之空间范围取得协议地上权，协议不成时得准用征收规定取得地上权。委员提案第十五条，行政提案第十五条，民间新编制再生水开发案，其所需土地取得施工方式选择及土地损害赔偿，如有争议得报请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或特定园区目的事业主管机关会商，有关机关协商处理。委员提案第十五条，民间新编制再生水开发案，其所需土地取得施工方法选择及土地损害赔偿，如有争议得报请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或特定园区目的事业主管机关会同有关机关协商处理。行政院提案第十六条，再生水经营依个别开发案之开发营运成本及合理利润，向再生水使用者收取再生水费，其计算公式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再生水经营业依前项规定拟定水价详细项目或调整再生水费，应申请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或特定园区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核定，并由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或特定园区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报请中央主管机关备查。但再生水经营业依促进民间参与公共建设办法新办者，依该相关办法及其投资契约约定办理，直辖市县市政府主管机关或特定园区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得邀请相关政府机关、学者、专家等各界公正人士审核再生水费及其调整或争议。委员提案第十六条，再生水经营业依个别开发案之开发营运成本及合理利润，向再生水使用者收取再生水费，其计算公式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再生水经营业依前项规定办理拟定水价详细项目或调整再生水费，应申请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核定或特定园区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核定，并由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或特定园区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报请中央主管机关备查。但再生水经营业依促进民间参与公共建设新办者，依该相关办法规定或其投资契约约定办理，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或特定园区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得邀请相关政府机关、学者、专家或本各界公证人士审核再生水费及其调整或争议。行政院提案第十七条，再生水经营业各开发案之取水构造物、水处理设施、供水设施及依第十一条第一项规定许可取用者之取水构造物，应定期检查、维护管理、税修养护，并做成检查记录送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或特定园区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备查。再生水经营业应于每年一月、七月底前，将再生水开发案之废污水或放流水取用量、再生水供应量向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或特定园区目的事业主管机关申报。依第十一条第一项规定许可之取用者，应申报废污水或流放水取用量，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或特定园区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应按年会诊前项规定资料报中央主管机关备查。第一项、第二项是检查项目记录、申报项目格式、期限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委员提案第十七条，再生水经营各开发案之取水构造物、水处理设施、供水设施及其第十一条第一项规定许可取用之取水物购物，应定期检查、检维护管理、税修养后，并做成记录检查记录送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或特定园区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备查。再生水经营于每年一月、七月底前，将再生水开发案之废污水或放或流放水取用量、再生水供应量向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或特定园区目的事业主管机关申报。依第十一条第一项规定许可之取用者，应申报废污水或放流水取用量，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或特定园区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应按年会诊前项规定资料到中央主管机关备查。第一项、第二项是检查项目记录、申报项目格式、期限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行政院提案第18条，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或特定园区目的事业主管机关为执行再生水经营业各开发案及一第11条第一项规定许可取用案之管理，得派员进入事业场所设施范围，实施各种工程设施、水质、水量等有关资料及记录之检查，并得令相关人员为必要之说明配合措施或提供相关资料，被检查者及相关人员不得规避、妨碍或拒绝。前项规定之检查人员于执行检查职务时，应主动出示执行职务证明文件或逐资辨别之标志，并以不妨碍事业正常业务之进行为原则。第一项规定之检查机关及人员对于被检查者之私人工商秘密应予保密。委员提案第18条，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或特定园区目的事业主管机关为执行再生水经营业各开发案及依第11条第一项规定许可取用案之管理，得派员进入事业场所设施范围，实施各种工程设施、水质、水量等有关资料及记录之检查，并得令相关人员为必要之说明配合措施或提供相关资料，被检查者及相关人员不得规避、妨碍或拒绝。前项规定之检查人员于执行检查职务时，应主动出示执行职务证明文件或逐资辨别之标志，并以不妨碍事业正常业务之进行为原则。第一项规定之检查机关及人员对于被检查者之私人工商秘密应予保密。委员行政院提案第19条，意图营运违反第7条第一项规定而提供或使用再生水，足以危害人体健康之旅者，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台币30万元以上300万元以下罚金；致危害人体健康者，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台币5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罚金。犯前项之罪，因而致人于死者，处无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1500万元以下罚金；致重伤者，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1000万元以下罚金。法人之代表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雇人或其他从业人员，因执行业务犯前2项之罪者，除处罚其行为人外，对于各该法人或自然人，或科以各该项10倍以下罚金。委员提案第19条，意图盈利违反第7条第一项规定而提供或使用再生水，足以危害人体健康之旅者，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台币30万元以上300万元以下罚金；致危害人体健康者，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并科或并科新台币50万元以下500万元以上之罚金。犯前一项之罪，因而致人于死者，处无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1500万元以下罚金；致重伤者，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1000万元以下罚金。法人之代表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雇人或其他从业人员，因执行业务犯前2项之罪者，处罚各行为人外，对各该法人或自然人各科以该项10倍以下之罚金。第20条，行政院提案。毁损再生水经营业之取水构造物、水处理设施或供水设施，自身公共危险者，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台币30万元以上300万元以下罚金。委员提案第20条，毁损再生经营业之取水构造物、水处理设施或供水设施，自身公共危险者，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并科新台币30万元以下300万元以上300万元以下罚金。行政提案第21条，有其他新的情形之一者，处新台币30万元以上150万元以下罚款，并得按次处罚：一、再生水经营业违反第7条第一项规定提供再生水；二、使用再生水违反第7条第一项规定之用途；三、再生水经营业未依第9条第4项规定经检查合格取得营运许可而营运；四、再生水经营业未依第10条第一项规定停止营运；五、再生水经营业未依第10条第二项规定停止营运或为适当处置；六、毁损再生水经营之取水物、构造物、水处理设施或供水设施，致妨碍正常供水。委员提案第2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处新台币30万元以上150万元以下罚款，并得按次处罚：一、再生水经营业违反第7条第一项规定提供再生水；二、使用再生水违反第7条第一项规定之用途；三、再生水经营业未依第9条第4项规定经查验合格取得营运而许可营运；四、再生水营运未依
依第十条第一项规定停止营运五再生水营运业未依第十条第二项规定停止营运或为适当处置。六、混水再生水经营业之取水构造物、水处理设施或供水设施是妨碍正常供水。七、取至下水道废污水或放流水供自行使用之再生水未依第十一条第一项规定许可而取用。行政院提案第22条，开发单位未依第4条第1项至第3项规定，按用水计划或差异分析报告使用一定比例之再生水，以非系统再生水或其他方式替代，经中央主管机关通知限期改善，而届期未改善者，处新台币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罚锾。委员提案第22条，开发单位未依第4条第1项至第3项规定，按用水计划或差异分析报告使用一定比例之再生水，以非系统再生水或其他方式替代，处新台币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罚锾，并通知限期改善，届期难未改善按次处罚。第行政院提案第23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处新台币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罚锾，并得按次处罚。一、再生水经营业提供再生水之水质不符合第7条第2项其标的用水之水质标准。二、再生水经营业未依第9条第3项规定取得新建许可而施工。三、再生水经营业未依第10条第1项规定恢复原状或适当处置。四、再生水经营业未依第10条第2项规定停止新建及为适当处置。五、依第11条第1项规定许可之取用者未依同条第二项规定经检验合格而取用者。六、再生经营业及依第十一条第一项规定许可之取用者未依第十七条第一项规定定期检查维护管理税修维护并做成检查记录。委员提案第23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处新台币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罚锾，并得按次处罚。一、再生经营业提供再生水之水质不符第7条第2项其标的用水之水质标准。二、再生水经营业未依第9条第3项规定取得新建许可而施工。三、再生水经营业未依第10条第1项规定恢复原状或为适当处置。四、再生水经营业未依第10条第2项规定停止新建或为适当处置。五、依第11条第1项规定许可之取用者未依同条第2项规定经检验合格而取用。六、再生水经营业及依第11条第1项规定许可之取用者未依第17条第1项规定定期检查维护管理税修养护并做成检查记录。行政院提案第24条，再生水经营业或第依第11条第1项规定许可之取用者无正当理由规避妨碍拒绝或第18条第1项之检查提出说明配合措施或相关资料者，处新台币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锾，并得按次处罚。委员提案第24条，再生水经营业或依第11条第1项规定许可之取用者无正当理由规避妨碍拒绝第18条第1项之检查提出说明配合措施或相关资料者，处新台币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锾，并得按次处罚。行政院提案第25条，再生水经营业或依第11条第1项规定许可之取用者未依第17条第2项规定申报，处新台币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锾，并得按次处罚。委员提案第25条，再生水经营业或依第11条第1项规定许可之取用者未依第17条第2项规定申报，处新台币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锾，并得按次处罚。行政提案第26条，本条例所定罚锾除第23条由中央主管机关处罚外，由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或特定园区目的事务主管机关处罚之。委员提案第26条，本条例所定之罚锾除第22条由中央主管机关处罚外，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或特定园区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处罚之。行政提案第27条，本条例实行以提供系统再生水与他人使用者，应于本条例实行日起算两年内，以再生水使用现况报告书替代再生水新建及营运计划书，依第9条规定申请补办新建许可并取得营运许可后，使得继续营运，违反者依第21条第3款规定处罚，其提供再生水违反第7条规定者，依第21条第1款、第23条第1款规定处罚。委员提案第27条，本条例实行前已提供系统再生水与他人使用者，应于本条例实行日起两年内，
以再生水使用现况报告书替代再生水新建及营运计划书，依第九条规定申请补办新建许可，并取得营运许可后，使得继续营运，违反者依第21条第三款规定处罚，其提供再生水违反第7条规定者，依第21条第一款、第23条第一款规定处罚。行政院提案第28条，本条例自公布日实施。委员提案第28条，本条例自公布日实施。哎呀，这是什么？就一样嘛，哦，修正动议。第14条删除，第15条删除。提案人邱义莹，联署人苏振清、高志鹏、陈明文、林大化等委员。就一样。一直一样。那这个呢？现在宣读临时提案。临时提案第一案，经济部能源局对太阳能热水系统之补助，105年起由现行的本岛地区每平方公尺2250元降至2000元，离岛地区则由4500元降至4000元。由于太阳能热水系统节能减碳之效益高，为落实政府发展再生能源与降低进口能源目标，建请经济部105年起延以维持现行补助金额，不予调降，并奖励太阳能热水系统与新建的整合用案，以利太阳能产业永续之发展。提案人张家俊、杨琼英、苏振清、廖国栋等委员。临时提案第二案，哇，这么长。监察院于104年4月8日针对高雄气爆事件之纠正案及提及，中油公司于75年间拟至该公司高雄前镇区储备区所埋设石油管线至该公司炼油厂，据此将航运底台并暂存于该储存优势石化气体输至该炼油厂，实施中国石油化学工业旗舰开发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石化公司）、福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聚公司）亦有将石化气体至该储运所运送至大社工业区之需求，前接上公司税各自出资，并委由中油公司统筹新建埋设该等公司所需石化管线。中油公司是委由中鼎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鼎工程）新建高雄气爆处之4寸管线、6寸管线及8寸管线，并并入总厂至林园间长途油管汰换新工程设计。新办预算并已编列于中油公司76年度固定资产投资计划书之高雄左高长途油管更新项项。经该公司申请报经济部核转行政院，送请立法院审议通过。又高雄气爆事件造成之管线有破洞者，现有所属于李长荣化工，该管线为民国80年中油公司新建，83年完成后，产权为福聚公司所有，在李长荣化工95年并购福聚后，随之接手。为厘清该原始设计书及相关产权之移转，中油公司于1周内提供上述高厂左高长途用管更新计划书与该三管至新建埋设及产权移转之所有相关合约营运书于本委员会，以利国会监督。提案人林代化、陈明文、苏振清、邱义莹、尤美女等委员。临时提案第三案，有鉴于中油高雄武清工厂发自本104年12月1日起正式关厂，高雄炼油厂的日炼油量为每日10万桶，以当今的油价推估，中油高雄炼油厂停工后影响上下游年产约1400亿，未来该厂要迁至哪里，迄今还没有明确的答案。如果武清迁至国外，除了影响 GDP 成长外，是否对石化产业造成冲击及产业未来的发展造成重大伤害？地区民众主张厂区内油槽与管线等是工厂的附设设施，应于关厂后一并拆除，与中油预算以中油预2019年才处理方式鲜有极大差异，因此要求104年年底以前，经济部中油能与地方市府必须确实商议定案，为高雄厂的现存方式问题后续处理及未来指出明确的方向，以维护地方居民及相关产业应有之权益。提案人黄昭顺、联署人李桂敏、廖国栋等委员。第四案，鉴于目前中油公司高雄炼油厂宿舍问题尚未解决，为顾及过去历史背景及员工尽心尽力为国家石化产业牺牲奉献，中油公司应考量员工最大权益，不应以强硬法定程序进行催签。原址要求中油公司应暂缓高雄炼油厂宿舍违区违战户催签程序及尽速决定劳工土地受
让售方式，并尽速完成规划解决方案。提案人黄昭顺、联署人李桂敏、廖国栋等委员。第五案，中油公司高雄六厂于114年11月正式熄灯关厂，本席要求中油公司必须肩负起过去因设厂造成之环境破坏整治责任，未来应朝向低污染、高价值、高环保产业规划，且未来规划中不可忽视地区居民意见。提案人黄昭顺、联署人李桂敏、廖国栋等委员。第六案，要求台电公司应于2周内将下列的详细资料及会议记录（含电子档）送交经立法院经济委员会，以利国会监督。104年10月20日至23日，台电举办2015年台日高放处置技术研讨会。104年1月26日至30日，用过核子燃料最终处置技术国际交流研讨会。104年1月底，由核研所邀请四位 SKB 专家来台进行技术研讨论会，针对国内过去高效高放射计划技术 SKB 衡量短期目标与长程发展，提供各项建议。是104年5月，核研所访问瑞典时，对 SKB 进行有关简报之资料，含104、107年度计划整建简介、工程设计计划研究发展及安全评估技术发展及安全评估工作近期规划。提案人林代化、陈明文、苏振清、陈厚波、田秋瑾等委员。第七案，武清迁厂涉及中央地方共同发展及配合事项，为顾及整体政策完整及产业发展需要，疫情纳入相关中央主管机关，经济部以市长及以上代表为原则，地方产业南子区居民或相关团体等代表共同组成政策计划小组平台，以利后续政策计划之顺利推动，并针对下列争议事项，迅速召开平台会议，提出解决方案：一、就油槽涂污整治期间过长、前镇储运所迁移洲际议题如何迅速处理；二、武清迁厂后设厂设施、土地之后续处置议题。提案人林代化、陈明文、苏振清、黄昭顺等委员。第八案，建议目前国际油价价格随着市场因素及采油用油国家经济战略因素变动，又中油公司依预算法编列该公司年度预算有时间上的差距，无法随国际因素及时调整，维持以往年度该公司购油价格产生差距时，既由立法院审议时予以调整。原要求中油公司应于105年度预算审查时，提供购油实际价格作为审查依据，合理管理控管公司成本，落实国营事业福利福国利民之责。提案人黄昭顺、廖国栋、联署人林大华等委员。宣读完毕。第七案呢、有修正文字哈。那在征询在场委员的这个认可了哈，在第二行后面哈。疫情建立纳入相关中央主管机关，经济部括号以次长及以上代表为原则，顿号地方产业，顿号居民及相关团体等代表共同组成政策计划小组平台，那以后都是照原来宣读的内容，这样的文字修正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好，没意见哈，那就是照这个宣读完，修正通过。好，案件转几家了？民国协商一直在来，拢协商了。哦，好，那我们临时提案其他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没有意见，好，都照案通过。那针对我们今天的法案，再生能源，再生水资源发展条例啊，那在陈委员的积极协商之后，我们有大家都有共识的版本，那是不是我直接就宣读哈？第一个，除第14条、15条外，其余条文均依陈明文委员提案及行政院提案整合后之建议修正条文通过。那第二，第14条、15条照委员所提修正动议通过，逗点均予以删除。第三，本案做成三项附带决议。第四，请议事人员宣读协商结论。好，来，来，那就来宣读一下。报告委员会宣读协商结论。法律名称
照案通过。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均照案通过。第五条，照陈委员明文等十八人提案通过。第六条，照案通过。第七条，修正通过。依行政院提案，在第二项之前增列再生水水质标准、使用限制及应遵循事项，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冒号修正后通过。第八条照案通过。第九条修正通过。第九条修正部分，依行政院的提案，在第七项的部分，原提案是放流水使用许可之展延，修正为放流水使用许可年限，修正后通过。第十条照案通过。第十一条照行政院提案修正通过。修正部分是在第四项的部分，使用许可程序的部分增加使用许可年限，修正后通过。第十二条、第十三条均照案通过。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照修正动议通过，予以删除。第十六案、第十七案、第十八案、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均照案通过。第二十一条照行政院提案通过。第二十二条照行政院提案修正通过。修正部分在第一项末端，我读一次好了哈。开发单位为依第四条第一项至第三项规定，按用水计划或差异分析报告使用一定比率之再生水，以非系统再生水或其他方式替代，经中央主管机关通知限期改善，而借其未改善者，处新台币20万以上100万元以下罚款，并得按次处罚。增列第二项，开发单位未依第四条第二项提出差异分析报告，或未于中央主管机关通知期限内补正者，准用前项规定，修正后通过。第二十三条，照行政院提案条文修正通过。在第一款的部分，增加再生水水质标准使用限制及应遵循事项或等文字后，修正通过。第二十四条至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及第二十八条均照案通过。附带另外有三个附带决议。第一案，针对本条例第九条锁定政府以基金方式运作再生水经营，要求本条例中央主管机关应就中央政府总预算及附属单位预算中支应再生水经营之各该基金之预决算资料，随同中央政府总预算及附属单位预算案送立法院，相关预决算资料亦应定期主动上网公开。附带决议第二案，未依本条例许可规定，未依本条例规定许可擅自下水道系统取用废污水或放流水者，其取水点位于下水道系统者，依下水道法第31条处以罚则；其取水点位于水道者，依水利法第93条处以罚则。附带决议第三案，再生水资源发展为水资源循环利用，透过水处理技术减少水体污染物，促进公共卫生及环境保护，显具公共利益，请中央主管机关会同相关机关研议认定现行相关法规下事切之事业属性，以利再生水资源之发展及促进水资源永续利用。附带决议宣读完毕。好，请问各位委员，我们刚刚宣读了十张结论还有附带决议，请问各位有没有异议？好，没意见就通过。好，那我们前案就审查完毕，那我们拟具审查的报告我们就提报我们的院会。那么请问我们本案需不需要再交由党团协商？好，那不需要交由党团协商，我们院会讨论的时候由本席来做说明。那本次的会议审查通过的这个法案条文还有引述的条文部分啊，这个经授权我们主席还有议事人员整理。好，那我们今天的议程处理完毕，散会。